Screen on. Weapon systems on. Kill them all. Yes, dear. Take out the trash. I'll be right down. I'll be back. Take out the trash. The GX60 offers immersive visual gaming experience. Never settle for less. Mercenaries are plotting. Armies are gathering. Fabled enemies are hiding in the shadows, itching for revenge. Will you be pure enough to win when the dirtbags come looking for you? Get pure precision with a true 8,200 DPI Pro Aim laser sensor. Get pure speed with a 32-bit Turbo Core V2 processor. Get pure command power with the easy shift button duplicator. Get pure atmosphere with a 16.8 million color lighting system. Before you get your hands dirty, get pure. Rocket Cone Pure. Core performance gaming mouse. Rocket Cone Pure. Core performance gaming mouse. Rocket Cone Pure. Core performance gaming mouse.喂，听得到吗？哎，应该听得到，听得到。哎，你要扣完点、啊。哦，我要过来一点，过来一点。我现在很不想离你太近、欸、喂，听得到吗？我在敲敲麦克风。好，这样好，这样好。Hello，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这个今天的微信杯海峡两岸明星赛。我是今天的主播九面，那在我旁边的是撒气哥收杯哦。撒气，有点，你那个 ID 有够中二的。你这样子看起来会更胖，你那个 ID 瘦的要死。听说你减肥成功？哦，已经瘦了不少公斤了，不少，大概是多少？大概是吧？大概7-8 kg 这样子，感觉很厉害哦。有回音是不是？有回音，真的假的？啊，我知道，我知道。啊，你不小心开到那个哦，你看，你看你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刚开到直播的声音，现在看一下有没有回音，如果还有，那跟我们讲。然后，好，趁开场的时候呢，我先把视讯关掉，不然拍我念稿的样子怪怪的。好，各位，我们要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赞助厂商啦，感谢我们的赞助厂商 MSI。的赞助哦，那 MSI Notebook 先介绍一下 MSI Notebook GT70。那 GT70就是大家前面看到的第一个影片哦，它是采用 Intel 最高规的这个 i7 的这个 CPU 哦，同时搭载非常高阶的 NVIDIA 的显示卡 GTX675MX 哦。那它 3D Mark Vantage 分数高达17000分哦，所以基本上跑
各种游戏都是很顺畅的。那微星的游戏笔电也同时也提供了 Super RAID。那 Super RAID 的意思就是有两个 SSD 都在一起做一个 RAID 0的这个磁碟阵列，所以说它在游戏的读取上啊，或者是你在跑任何这个程式的这个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那它的这个网卡 ，GT7 的网卡是 Killer Gaming LAN 哦，那是很有名的一张网卡。那它会有效的降低你连一些美服啊或者欧服的线上游戏的一个品质哦，延迟会降低。同时间，它的键盘搭载的是 Steel Series 的专业电竞键盘，所以说虽然是笔电，但是键盘还是非常非常好用哦。那我们开场先介绍一台机器就好了，那中间再介绍另外一台。好的，那还是看一下视讯哈。现在没有回音了嘛？不过今天的那个画面有点暗。对啊，你这样搞得好像我们在那边很有情调。那个，其实实际上灯光是非常非常亮的。对，我们要省，我们要省电啊！对，这个度数要开低一点。我问一下两位选手好了，两位选手，我们第一棒，我们今天一样是中国的这个明星队对上这个台湾明星队了，那会打四场包三，比大比分。那如果大比分是2-2平手的话，会现场直接跟教练讨论，然后现场派出一位第五棒的这一个王牌哦。好，两位选手都没有回我。Hello， 到底这两位选手，三位选手要不要先介绍一下？啊，这边台湾选手派出来是 Slan， 那 Slan 是这一个橘子熊队的，也是蛮不错的一位重组选手。那当然会有人问说，为什么前两周 Slan 都没有出赛？那主要是因为 Slan 在美国。那第三周、第四周，听说我跟事业讨论，听说 Slan 有可能第三周、第四周都出赛的。好，是可以好好的展现他的实力。对，那寇美眉这个部分，寇美眉中国选手收费哥可能。可能比较熟，你要介绍一下寇美眉。对，寇美眉，他已经寇美眉已经表示他等一下要赶火车了哦。哎，他说赶火车是说代表要放8D的意思吗？这么明显。等一下，10D 要开场了，我应该会来个快攻。我要打掉给他。先确定一下，没有啦，其实你应该开始，他应该已经在了，他一定会在。我们要非常有信心。对，开场，工兵会自动去挖矿。没有，这个时间到就开始。如果他等一下没有动作的话，就认定他要6D。好，就这样子 ，Go。反正现在挖钱不用怕，就会来到十年吧。你说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哎，尽管已经200了，这样，刚好适合下孵化池。这个打一个6D，对方刚好裸双哦，打爆对手的同时，也跟对方讲说，你可以去赶火车了。我还是啊，问一下啊，你要确认，哎呀，公公他说话，他说话，公公公公公公，电话好像都拨出去了。好的，各位，马上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这个微星杯海峡两岸明星赛的这个第一局的比赛，第一局第一场比赛。那我今天的主播9Man，那在我旁边的是这个专业赛评收贝哦，听说最近刚打上大师。对，昨天晚上还特别，就是因为我左脚就打上大师。我忽然发现其实还蛮好冲的，还蛮好冲的。对，因为现在可能人还不多啊，所以排位选赛。看你会留在哪一组，然后可能你赢个几场之后就，我觉得打好像打不到五场就上钻石，然后再打不到五场就上大师，我就希望想说，怎么会这么快？钻石上大师，我记得要打蛮多场的。对，但我昨天真的没打到，而且我还记得我上大师的那一场是对方直接跳 game， 所以他也在，他根本就是想要我上大师哦。是苏贝哥被苏贝哥的煞气震折到，有可能直接就那个，我先把视讯关掉，让大家认真看比赛。好的，各位，马上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点位了。在画面中4点方向的蓝色虫族选手是这个武汉八神寇美眉哦。那对上是10点方向的红色虫族选手橘子熊队的 Slan。那这是第一局的第一场比赛，目前双方是0-0。对，这现在是比赛是完全还没，是第一场，完全是第一场的第一场。对，那今天有3局是 ZVZ 啊。对，然后有一场是一场是其实我也很期待，是灰队 F91。对，两个都是两岸谐星代表。对，两个都是很有想法的选手。两位都是很搞笑的选手。对，那这边寇美眉最近是不是没有战队啊？对，他已经离开了White Spider战队。所以目前是无战队状态了。对啊，可是他不知道他之后会不会继续打星际啊？我们看星海来了，对，不知道会不会继续打星海二。对对，因为毕竟没有战队。那其实我觉得中国选手其实实力很不错，大家如果看第一周比赛就知道，中国选手的实力是很可怕的。对，整体实力平均是非常非常高的哦。对，那如果这样子没有战队的话，其实真的是蛮可惜的哦。双方这张图，这个请收费带，这张图是贝尔斯以及对，这张图重组内战收费你怎么看呢？对，其实当地我个人觉得从那样就跟其他都差不多了。但是
如果是例如说有神桌的话，其实这张地图可以特别留意，就是它二矿口非常非常大。哦，的确。对，它二矿口大到有爆炸，而且这边你就要封这边，它左边还有洞哦。对，所以你一定只能封那个超大口，就是右下角，对对，这边这边有这个大口。嗯。对，所以但是基本上在 ZVZ 的一个情况之下，那筹码重的状况，那其实基本上因为它还是有一个主矿和分矿有一个斜坡口。嗯。所以这其实还是一个算是比较偏向传统的一张地图啦。的确，那室内这边是做一个玩狗池的开局，但是并没有下瓦斯，所以这个二矿也蛮早的。对，瓦斯应该接着会下哦。嗯，哦这边，还没，哦要要去下。对，那裸霜这边经济会稍微好一些些哦，后面没有一丝。对，最主要是科技啦。嗯。哎，它的瓦斯厂竟然没有先下。对，没放，是先放矿池。对，矿的瓦斯是非常非常晚下的，这样比较特别一点。对，这样子的话的提速可能会稍微晚一些哦。对，不过因为基本上裸霜开局，基本上开局的经济还是会非常非常好的。嗯，而且因为第二组吧很快就好了，所以我们就很快就可以打到两升后虫。对，而且这张图如果没有提速的话，一号虫走过去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对，没错。好，那今天也是各种 ZBZ 啊，我们看有没有可以，看有没有机会看到全部的 ZBZ 的开局。那我赛就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我赛前还在跟苏贝聊，最近台湾跟中国虫族都那么多，但是虫族在虫群之心到底硬不硬吧？对，我基本上我觉得虫族现在就是各种悲剧哦，最主要是我觉得虫族由于是他现在虫族面临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我觉得短期之内，如果以现在这个版本来看的话，虫族他的、嗯他的需求的一个就是完美性太高，有点像以前，就是可能除了韩国选手以外，其他各国虫族选手都会面临一个瓶颈。嗯，不能有任何失误的意思。对对对，啊，你必须不只是营运哦。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欧美选手的营运做得很好，例如说 Stefano 就是营运非常非常好。的确。对，那包含 Scarlett 也是营运非常好，可是他们的呢细节操作，尤其是整体的一个大局观来讲，是其实是跟尤其是一些细节的部分，嗯，他们其实跟韩国选手是有一段落差。那这些细节你没有做到位，你在现在的虫族之心的版本里面，你在打神族和打人类的时候，其实会很吃力，对，会非常非常吃力。包括神族现在，神族跟人类现在都很多前压的一个手段，对，对，那反而是虫族这边在虫群之心这一个版本，好像，说不定你觉得有什么比较有效的前压手段吗？没有，没有什么有效。基本上有效前压手段就是以前嘛，你要出，比如说你要出狗族爆压或是蟑螂，那对，但这其实就是就以前就有的战术了，嗯，对。那我们现在有一个传说中很伟大的。就是暴雪把我们的王虫提速和遁地移到了一本就可以升、哦、一本，对，不好意思，但是没有任何的用途啊。那基本上就是现在就可以升，我个人觉得，对，我基本上觉得他人真好。这意思就是说，我给你22K 的薪水，但你可以买奥迪或宾士。对对对对，基本上你在开局的时候，你不会想要去试图用，冲打虫你有点机会啊。如果你要玩蟑螂遁地去做前压的话、嗯，但是如果你打其他两组，你用。蟑螂对你其实老实讲效果并不大。对，我、哦、这一边控美眉提了二本的同时，在开始补狗了。对，家里面补狗应该是要做一个防守啦。对，双方都有毒爆虫场。对，那其实都可以防守。石炼这边二本还没提哦，不过应该快了、嗯。哇哦，石炼哦下三矿、啊。对，这个三矿是6分40秒就下下来。他好像有侦查到对方升二本嘛？刚刚有一只异化虫往那边看一下，有看到，有看到，他看到对方。升二本，因为发现自己比较晚哦，所以直接下三矿。对，这是选择先下三矿，先拼经济。但是，其实这三矿守得住吗？其实不好守。那这边其实还是要来看一下，嗯、因为哇，这边你送狗有点大方、啊。目前送狗的数量，哇，实验狗好少啊。对，超少、啊。因为实验在补工兵哦，所以这边实验应该是会把这边三矿应该是要送掉了。不过关键还是你二矿哇，后手又爆了，还走出来。这也救不了，救得了吗？救得了、啊、对，这个救不了。不过基本上你可以换掉大量的狗，算有点用啦。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后面毒爆来了，哇，这毒爆稍微要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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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换。只有第一次，但是实验毒爆还在变。哇，这个狗跟上就被炸了，跟实验被炸超远。对，哇。哦，不过毒爆虫草虫茧被炸掉，又来又来。那我们看到后面还有变。这边有换掉一点点控美眉的毒爆虫，对，再来，因为现在地是被炸掉了，所以其实这边十连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我这个两个换一个有点亏，防守控美眉没看到三矿，所以他没去打三矿，他选择硬敲。哎、欸、旁边的那个，哇、哦，这个后虫卡的漂亮，哎，不错啊，后虫，但是还有一波狗，还有一波狗，这波狗解决掉之后，十连应该就守住了。有，那这边的话，封面上来帮忙打一下，哎、欸，不错，因为其实控美眉没看到三矿啊。来了，没有，最主要是刚送了大量的一个，对，大量的狗，哦，哇，这边我们看又来炸又来炸。炸到出来应该
差不多说。我觉得孔明这个怎么会拿去硬炸工兵？我不太懂。他是赶时间是不是？他拿去硬炸后虫呢？不，重点是他是没来咬三矿，对他没有发现对方的三矿，所以这边他就选择二矿一直揍一直揍。然后二矿他刚二本取消，他因为被侦查到他取消改打一波，然后现在重新变二。哇，这孔明很亏啊，没有科技，然后经济又没有三矿。对，不过我实在这边是不是也把二本取消了？因为啊，没有，他没有取消，他还是有完成。实在现在反而农民还有二本的进度都稍微领先、啊。对，无论科技、经济还是目前的工，还是兵力哦，都还是领先的。对，的确，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边十年在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就拿到一个还不错的优势。对，现在这边优势蛮大的。那么这边看一下，想溜狗，上面想溜吗？没有，溜得进去吗？十年应该不会让他溜哦。哎，哎呀，蟑螂！哎呀，哎，十年蟑螂在三矿。完了，主矿，好，主矿表示别这样。对，这个怎么会犯下这么大的失误？不过这边被溜狗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工兵应该会死不少。原本以为他主矿光放一点点毒爆虫来做防守、啊，对他完全没有放毒爆虫的情况之下，你靠纯蟑螂、哦，这边又被咬了十只啊。对，最主要是工兵数现在会需要有点少，而对，后来这边工兵已经拉起来了。对，工兵刚刚狂补，他刚才进攻同时刷到55只哦。对，下面应该有毒爆哦，哎，没有变。他藏了一点点，但是十年有发现，对，一定会发现的、哦，因为这个任何人都会知道啊，对方一定是想来搞这个游戏。啊，这样子是很可惜啊，刚刚一度有优势的，就现在寇美美的经济又补起来，开始爆大量蟑螂啊，不愧是八神，这也是营运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对，那这边放下三矿，现在变得十人这边要赶快把工兵刷起来啊、哦。嗯，不过还好，因为十人这边有三个矿区，而且有三个主堡的情况之下，现在在补兵。哦，有。刷兵，帮你刷回来是非常非常迅速的、哦。这边目前感觉是一个55波。哇，这个王虫，这个王在空中，有点看起来有点好吃啊。对，三只在这里啊，人这么好。很多，这附近有五只王虫、哦。对，这边有一只，这边有一只。对，但是因为你不是出飞狼，所以没办法驱赶。那主要是这边的蟑螂前家，看一下八神家中目前的一个蟑螂数量，应该 是一个。我看目前蟑螂数量是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但是这边有听说，后虫点掉，我点掉，我这边不错，有机会啊。你刚溜我狗，我现在溜你蟑螂，这边分了一点点蟑螂上进去，再点掉后虫。你这个两只，只要你再点掉对方那只后虫，你的后虫整个营运就会是大幅领先了。后虫表示别这样，快去点后虫就对了。点，我点，我点点后虫啊，大大，哎呀！怎么这样？哎，再让我去，再让我去，再泡，点后虫，点农民，啊，在左边一下，再一下，有后虫在那边表示很可怕，要去了，快点上，哎呀，太含蓄了，我们快点，你太有礼貌了，对，这样，哎，哇，好 ，OK， 舒爽，好，舒爽，开心，啊，这边啊，这边三矿，刚是有事情吗？我看一下，对，不过这边其实基本上。寇美梅这边的话，后虫应该刚被杀，因为他已经拖了够多的时间，所以应该是足以立刻赶快把后虫补起来。不过这边农民刚十年又刷了一些农民了，所以现在十年农民数量依旧是领先，三矿满接近满营运了。对，那现在这边看寇美梅这边攻防的部分，我、攻防的部分目前一攻一防稍微领先，寇美梅这边是稍微领先，因为它是双进化式，哎，然后刚刚进化式是没有点掉的，所以基本上攻防就好了。对，那现在这边的话。不过攻防因为马上就会追起来了，主要是现在要转感染虫。对，感染虫，我们可以看到十年的这个科技列表正在提升感染虫的二攻一防啊。这边十年经济是优势，但是其实优势还没有到很大啦。对，其实还没有到很大，不过基本上已经足以支撑让它转出后虫，转出感染虫出来。嗯，那感染虫出来之后，基本上在双喷的一个对决里面，尤其是现在是单喷，的确，单喷的情况之下，你有感染虫其实差很多。十年一直尝试想要穿寇美美的三矿，不过寇美美是有分兵来做防守。对，这边寇美美这边意识还是要做到，因为刚刚不小心一个大一被溜进去了。对，死两只后虫对自己的虫卵精度还是有一些影响。是，其实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的、对，不过现在我发现，应该是因为十年这边在做一个转兵的同时，家里面的兵力是比较少一些，跟比较落后。那这边看起来的话，是寇美美爆了大量的蟑螂。对，十年应该是在存他的瓦斯哦，应该补再补了，再补感染。对，感染虫要出来了。好，感染虫出来，基本上这样的话，在会战里面，应该感染虫出来之后，双方应该都会来到一个200对200。对，那在200对200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有感染虫，其实就会好打很多。哎，这边又来，我这边应该没有被发现，主面要溜王虫的位置都有看到，所以其实。这边他也是立刻做一个分兵，对，寇美美是双方都分兵，这蛮精彩的哦。对，那现在这边的话，你主矿，哎，不对，不是哦，三矿这边
哦，定中、哦，这一把不错，定的不错，后面还有哦，后面还有。但是这一边空位没有，石林有分兵做防守，对，有分兵做防守，那主要主力战场这边守住、哦这，没有问题，这个阵型可以收，但是。另外那边，有包，这包的漂亮。对了，有包啊、好，这边有包起来。那这边有包一百。三矿这边是也守住了，啊、也是守住了。十年人口数2050人口啊，那应该会做一个反推了。而且攻防现在是领先二攻一防，比打一攻一防。对，而且同一时间四矿是稳稳的开下来啊、哦，瓦斯也持续放下，十年是一个蛮明显的优势了。对，那再带着干虫往前走哦，现在这一波应该是要人性命了。看来台湾队应该是有机会先拔着头筹了，先拿下第一小点的胜利。要上去吗？但是补一下血，先补血。对，先补一下血。好，我们先把血样补起来啊、哦。没有看到，他今天是看他蹲下去。对，因为人口现在是满人口，所以其实没有问题，你还是可以在我们前做一个前压。不过寇美眉这边是持续升攻啊，他也没有出橄榄虫，他纯爆张了。石磊，寇美眉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升蹲？你没有，寇美眉没有升蹲，所以他的家里面有些蟑螂是没有。血量是来了来了，哦，硬挤进去，哇，这个数量有落差。但是寇美眉侧动一个包夹，包夹，但是这个正面要先死光了。对，这个如果正面死光，哇，直接巨巨，哇，恭喜十年，蛮漂亮的拿下今天第一场比赛哦。对，哇，这个寇美眉他想做一个分兵，结果对，反而兵力不够。对，好，我们这边看第二张地图，伊卡洛斯，看一下这个。那这边还是请收费帮我们总结一下刚刚第一场比赛的一些重点。我觉得他想打一个，就是因为被侦查到了，所以他想做一个，算是他选择了一个就是险招啦，就是既然都被你看到了，那我就把二本取消掉，直接爆一波的一个进攻哦。对，那一的话，一错了。对，一人的一。亏你还自称文青哦。超级文青，还是找不到。我查英文名字，伊卡洛斯。好、哦、呀，那就开这个好了。好，主要是刚爆了一波的大量的毒爆狗，那你们要打的对手，其实，在三种科技，三个就是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兵力都落后的情况之下，其实还蛮难打的、哦。嗯。那刚刚有溜一波狗进去赚到，但是关键还是后来就害了石炼溜了一波蟑螂进去，结果又把优势重新拿回来。那接下来其实就是稳扎稳打了。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看一下寇美眉第二场的表现了。快速升级的。这个九妹，你知道怎么快速升级吗？快速升级就是放大招。这个应该没吧？就是实力的提升，你就可以打上去。对啊，其实你如果靠我就放招这种东西，感觉很像吸毒啊。那你一上瘾之后要回去打，一定是有点难。像那我们看 MLG Patin 打 Sen， 他打 Sen 是有打赢哦，那后面打那个 Flash， 他加 Flash 跟 Sen， Patin 总共放了四五场都是招，但是他在对 Flash 放招。就全部被守下来，对，就被守下来了。对，那其实也是种族的关系啦。对，哎，这边我要挑一下，这边我请 MOD 管秩序，我跟 MOD， 那个 Big Boss 表示他希望他要有 MOD 啦。奇怪，我都有设，我不知道这个没有，因为你刚刚把它变掉了。我刚把它变掉啊。对，因为他刚刚不想讲实话，你就什么实话、啊，就是。哎，不说了啊！好，接下来点位。好，接下来点位在十点钟方向是蓝色虫族选手橘子熊队的 Slan 哦，现在是刚拿下一场比赛的胜利，1-0小比分1-0的领先。那对上的是四点钟方向的红色虫族选手，这个寇美眉。对 ，Slan 要放招 ，Slan 要放招，有 Slan 打一个十 D， 哇哦，十 D， 对，他停。没有要出王虫了。对，那这样子，如果寇美眉裸霜的话，寇美眉三场是裸霜哦、啊，是那感觉打一个针对。其实我昨天，因为刚好昨天跟 Sen 去参加在高雄，也是微信的一个活动。对。那有跟 Sen 聊到说，现在 TS 哦 ，BO1， 然后 Sen 有跟我抱怨，对，他就说他觉得 BO1 比较没有一种，就他没有那种上一场打什么战术，下一场就可以做一个换，对，就是博弈的那种心态，他就觉得比较可惜。对，我相信收费是不方便多说什么，对，他也是收费是蛮可怜的，对。接下来应该有机会可以做一个调整啊。对，我收费大家也是期待收费帮我们争取啊。希望有个最起码有个波二，波二是就是两场，就是最起码循环是可以打到两场。嗯、对，那这个其实也是
应该是有机会做调整啊。主要是因为包二的话，时间会从三场变四场。对对，那就是这也是我所当然也是大家所乐见，因为三场变四场，那场次就多一些。对对对。对，那场次多一些，但是场次多一些，那、这个就是其中的症结点。那我们这边就是只能尽力去争取，要抢时间啊。对对对，展演就没什么时间表收费之类的。好，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异化窗出来了，控也没刚好裸霜啊。对，他刚好裸霜，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内控，对，就是一个，所以基本上。他是可以利用工兵来做一个死守的、啊。他们拉农民啦，大家看一下寇美美，这边寇美美还有一只王虫，他待会看到这个王虫，他可以抓异化虫的一个位置、喔、然后待会再抓时间点拉农民、喔。好，那现在这边的话，寇美美应该表示压力很大，不过因为这是一个前压转开矿的一个战术、嗯，所以基本上这一个应该是可以，应该是可以赚到不少啦，就赚一下，但是不会继续爆兵。可以看到时间加中放二矿哦，缩矿，这是矿里面发明缩矿，对，他一定会缩，他一定会缩。但这边缩阳入腹，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们来看一下双方操作，继续缩，他是八条狗啊，压力有点大，狗越来越多，这个他缩不了了。对，因为刚好这边的这张图的矿好像也没有那种很好缩的那个小战狗。对，没办法，我们只能这样子溜，这样子溜。我们刚刚已经杀两只。杀两只，那逃去哪里？他背部要往外走，三只，他每经过狗一次就会死一只。对，然后现在好，拖到狗出来，我这个工兵，这个看得出来是网路可能有点卡了。对，这工兵想做一个包夹，结果在自己的异化虫的后面，哇，就是异化虫，我觉得对，控美美很不妙啊。对，那这边的话，我们看到异化虫死光了，而且没有钱，没有钱再出狗，哇，会不会直接？我觉得要带走了，要带走了，剩下一只，哇，这个又啊，只能说。只能说完全针对到了、啊、这个战术。对，最主要是他现在是完全没有钱的一个状况，工兵又要死光了。哇，控美美这一场完全是被针对到了。对，那现在这边把所有的这个就算撑住也很难打了。撑住，我们来到了五支工兵。哇，这个五支工兵是要怎么打？这怎么打？这怎么打？是同种族内战啊！基本上差一支工兵都是有差异的、啊。哇，这个十年上一场，现在工兵差十二支。对，十年上周中台湾队被这一个四比零的一个怒气，今天好像从由十年这一棒第一棒开始，要开始反攻的号角了。啊，这边寇美美表示有点穷，有点穷，这边可能要再拉几这个状况来挖这个工兵，对对对，要挖黄金矿，要挖要挖，只能知道黄金矿就是伟大的发明、哦。对对 对, 对，而且最好是四只都挖那两个黄金矿，就是把运做到最大。这边要去拉，但可能要抢先、啊。对，但是十年也是有黄金矿的哦。啊，这个感觉八神这真的是不在状态。对，其实他刚刚跟我说矿。然后是完美状态的话，其实大概死个两三只就有机会没有，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是网路吧，嗯，有可能是网路那个，对，因为毕竟大外面网路比较长，就是、啊、连弹幅是比较不稳定的，对，虽然说有用代理后，但是这个因为我没办法知道他的一个状况，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刚刚他那个几个动作确实是没有做到位了，嗯，比较可惜了。那这一边不过寇美美到现在是没有放弃的，还是持续在营运啊。看能不能赌说，待会是一个漂亮。那这边爆一波狗应该要带走了。对，这一波提出狗进来就结束了。真的是结束了。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做防守。对，因为控里面也没有毒爆虫啊，也没有地刺。这张地图你有地刺也没办法守。对，因为它是一个，比如说你主矿放地刺，它就冲你分矿；你分矿放地，它就冲你主矿。那你斜坡上面放地刺，但是你又封不起来。对，你门口你又不可能做建筑学封起来，所以这其实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啊。对。十年表示开玩笑，我们在 TES 哦，可是受过专业的 ZVZ 训练，联盟少不多哦，重打重就是满街跑。上一场慢狗开，这一场就来个十滴啊！好，那现在这边应该是要这个可难了，这个好，这边进来八神还是在做了最后，不过我觉得这边是很有运动价值，撑到最后，对啊，对啊，对，关家还是撑到了最后，这边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包夹。好，这一边寇美美打下 GG， 恭喜十年最后以2比0的比数，替台湾队拿下了第一点的，目前大比分是1比0的这一个领先了。好，我们再放一个广告，大家休息一下。
好的，各位，那我发现我刚刚的 banner 没开，开一下 banner。那这一边我们还是要再次感谢我们赞助商 MSI 微星科技的这个 notebook。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场大比赛 ，JEX 对上 No 总伊卡洛斯，一样是伊卡洛斯的样子。我们看一下 ，JEX 也是我们的新秀选手。对，你之前有听过这个选手吗？有啊，其实我之前就有听过，因为他业余的一个赛事，他表现算相当优异。嗯，曾经我听过，就是我有听过人家提过他，那其实也是一位，我觉得也是一位新球队，就是非常年轻，对，长得很可爱。我上次看他们 TT 不是跳那个叫什么哈林咬，对，我看他那边 solo， 感觉是一个很厉害的。No 总，因为他们中国选手都是条码人啊，不知道哪一个是 No 总。对，不知道他们等一下，他应该等一下就会开上来的，然后会告诉我们。我问一下，这是教练 YHY。那没关系，中间还有点时间来跟大家聊聊天呢、啊。这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小米们的推文啊。那小米推文，卡成马这样子。其实我们这个比赛听说在 Neo TV 也是很火红的在讨论啊，是引起热烈的回响。我看一下 Neo TV， 啊，这，哦，这个是魔种，先要它。好 ，First Tree。欢迎 Neo TV， 我们待会边打边聊。你知道 Neo TV 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叫做那个地理老师，你知道是什么？是的。你不知道对不对？对。来介绍给你听啊，超好笑，不是我在说，我为了地理老师我被亏。好，你接下来跟我讲一下什么？我顺便跟大家解释什么是地理老师。先问一下两位选手准备好没有？诺总应该是刚进来，肯定准备好了。那诺总，第二局比赛依旧是一个 ZBZ 啊、哦，但是 OK Go。好，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地理老师。首先呢，为大家讲，这是 Neo TV， 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星海论坛。你看这边都在讨论嘛，这是库美美被十年，的是什么情况？库美美居然输给十，就大家也很认真在讨论嘛。然后我上周啊也是打，就是我转完这比赛，我跟你转完这比赛，我就回你回去之后，我自己在那边看，发现哦很热烈讨论，我就很开心。然后我就隔天我就寄信给我们 MSI 的行销小姐，是个女生，叫做凯莉。然后他说：“我们大陆，我们这个比赛不止在台湾很热烈的讨论，在中国也是很火红的讨论。”我就丢了网址给他看，就凯莉点下来，发现里面全部都是色情链接。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他们 Neo TV 定时会有机器人在那边洗文章，说什么、你在深圳吗？你要找小姐吗？你在北京吗？你要找小姐吗？你在上就各个地名，他们叫他地理老师。然后我丢过去的时候，我刚好地理老师上线，对，刚好地理老师上线，然后凯莉就说：“啊，你丢色情链接给我干嘛？”没有，刚好你这阵子不是要去大陆吗？刚好他一讲说：“你刚好把你做功课的网站丢给我，我不需要。”九妹，你下礼拜？四月初啊，四月初你要去大陆啊？九妹，你四月初要去大陆，你干嘛把你做功课的网站丢给我？这样表示你很认真嘛？没有。绝对没有做、看来你早就已经做好了。我只有去查北京有哪些就是名胜古迹、是，已经差不多今晚就可以留，就是你去北京吗？你去北京吗？好，我承认我有点进去说北京那一个地理老师，他会点，就点进去发现感觉像是有病毒的连接，感觉那个其实应该都是有问题的啦。然后我对于那个是不是那么了解？哦，不是那么了解。但是我是可以介绍一些。就是比如说紫禁城那种名胜古迹介绍给你，因为我相信我们对于这方面都是比较了解。我记得上周还有人跟我说北京没有万里长城，后来被打脸说是有万里长城。那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啊？谁要第一老师在后面？他非常火啊！好，你讲完第一老师小故事了，那我们回到比赛 ，JX 这边是一个提速狗的开局，对，那另外这边则是一个 Nozo 是一个裸霜，没有慢狗开啊，慢狗开。慢狗哎，你看裸霜，对，裸霜，他的 force 还没下，哦，下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JX TT 的 JX 有没有机会来做一个压制哦，一百
100瓦是吗？100瓦了。好，待会看会停气。在这张地图，你采取一个14D 的战术，你可以很有效压制对手的一个罗松。嗯，对，尤其是如果你采取早期利用一个毒爆狗做一个前压的话，因为这张地图没办法封门的情况之下，你的狗和毒爆很容易直接贴到对方的工兵上。对，那对方的操作空间就会非常非常的小。等一下来留意一下，因为目前看下 JX 应该是要打一个毒爆狗，因为哈瓦斯是持续挖的，对，毒爆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他也有可能是看了上一场十年对上这控美美打一个实地效果非常好，选择是打了一个压制的战术、啊、哇，果然哦，如专业赛评收费所说，毒爆马上放下来，后虫也好了，但是虫卵是源源不绝的接，对，持续的把兵往前爆。那现在就要看张力武真的不好守这种战术，因为。其实就有点像你在如果我要讲它，大概就是塔达利姆祭坛哦，对，塔达利姆祭坛，如果你选择一个裸霜，遇到对方14D 毒爆狗，其实你也会很难守，嗯，这是同样一个原因，因为你没有办法有效的把你的门口做一个封堵，对，就算放第四效果也不大、嗯，对，那对方可以很直接就贴到你的脸上来，给你迎头痛击，尤其是毒爆太容易贴到工兵身旁的话，其实你的操作空间非常非常小，对，所以在这个是在纯狗，但要变毒爆了，对，这四只往外走就是一个很尴尬的，哎、欸，狗数一好就会直接被包起来，对，不过它的哦，它旁边在变，在变，这两只不追了，对啊，不追往后，那我觉得 Nozon 也知道自己的体数会完了，所以不敢追，对他应该也知道，不然这个被包掉其实很亏哦，那我可惜不是这两只变，但就因为满血，对，那现在这边要直接上来了，赶快狗跟上。哇，这边我们看哦，硬咬咬掉一个，但是直接咬一个哇！等一下，后虫出来了，这是后虫出来了，那边是包进去，对，毒爆炸，哇，对，毒爆炸炸光，后面后虫死光，直接压进去，这应该哇，这个就是刚刚讲的，你在张第五真的就是你很难守，除非你要把第四压家里面利用后虫做建筑学湿度，但没有办法，我们看到这边直接这应该是要带走。我觉得这一次在这张地图选择的这个战术的确是相当不错、哦，就像收贝所说的，真的是很难守啊。台湾选手在 ZVZ 上面的造纸造诣真的是造纸是蔡伦造纸，我 ZVZ 讲到 ZVZ 我就生了一张纸出来 A4 哇，后面这个跟上，我觉得真的很难守，这边应该是 No 总要 No 了，要 No 掉了，哇，这个要台湾选手 ZVZ 有点强啊，对，那这边的话炸。这边再炸，这很难守了。对，这炸光了，没有工兵了。这个哇，这场还比上一场更快啊！工兵更少，哇！这个是已经感觉也算是利用地图啊。对，这也是地图的关系啦。这张地图相信是有研究过的哦。这边孵化整个咬掉，哎，我这边也爆狗，哇，这边六 M 狗漂亮，这个非常非常非常跟你打一个换，但是最主要，那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兵力比，对，双方的兵力比9-16，哇，又爆出来，那守住，那守住还是要狙。哇，那没办法了，那还是一样。就虽然 Novo 那边很漂亮的做一个，算是选择换家啦，很果断，但是其实这个没有办法，两边都是很穷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JX 啊，这边 Novo 打出了 GG， 哇，恭喜 JX 以一个漂亮的压制战术、啊、拿下了第二局的第一场比赛，目前是1-0的领先了、啊，可以说是节奏非常非常快啊，不愧是 ZVZ。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图，哇，安提卡船厂是老朋友啊。哦，你们把它拿掉了，没有，对，它应该是拿掉了，因为这安提卡上在新图是重新没有。那我们来开关 A N T I 就好了 ，A N T I N T A N T T I G A N T I G A， 哎，转个圈圈，它转超久了，别这样搞哦，还是你算了，你还是收中，你还是讲中文吧，老鬼。啊，它有支援 Siri 吗？安提。啊哎哎哎，好、啊、这样可以，好有了，不要开特别版，对，然后特别版很奇怪，对，特别版然后就超特别，超黄金矿，对，地图中央有收费的脸之类的，还是特别帅吧，吓死你了，哇，这个 ZVD 完全走，基本就是打，现在我们还没到9点。节目还时间还进行1个小时，已经结束一个波，我们一个波赛，然后这一场已经结束一场。我们今天可以比较早吃宵夜啊。对。林志玲每次都会来。对，林志玲。对。好，林志玲又出现了。爱的抱抱。可是爱的抱抱不是林志，爱的抱抱我记得是咬咬还是那个，还是那个咬咬了，对，是咬咬。不对，是咬咬了，是安心安心啊，那个是什么？那是爱牙是还是什么？你说的是
那个男舞者看到，然后在下面不小心，对对对，就是那个好像是爱友吧，还是什么？啊，什么啊？呼呼啊，呼呼呼呼，哎，呼呼，对，自动团长，呼呼呼呼，说到团长，呼呼，对，对，是瑶瑶没错，瑶瑶，爱的抱抱。好的，那各位正在收看的是维新杯海峡两岸明星赛的比赛，目前打到第二棒了。那 JX 是1-0的领先了，这一边 NO 总要加油喽。使用的地图是安提卡船厂，也是一张老图了。那这边我觉得 NO 总看到自己这样三场被搞，然后寇美美也被搞，这场还会再来裸双吗？对，应该是不会那么大胆了。不过这边等下是可以来留意一下，有一只公兵是不是没？哦，有只的。啊，那这边这个颜色代表难转播、啊。等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改颜色、啊。好像可以，基本上是按这边吧。哎、按哪里？我记得是 Auto 加 F 可以改，没办法改，好吧？好，没关系，先介绍点位。8点钟方向的蓝色冲突选手是 No 总，这一边，这个是你开玩笑的吧？哦，这个是上场打完这样打九滴，这根本就跟他们两边都九滴。哎，对，两边都九滴啊，要九滴！哎呦，你搞我，我也搞你！哎呦！只有你们台湾选手会打 ZBZ 是吧？啊，生气啊！哎呦！两边都来，英雄所见略同啊！哎呦，好，这样子我很期待待会第四棒的 ZBZ 会怎么打、啊。对，我觉得 Big Boss 刚特别讲，他在变人之前，他做什么都是一瞬间。其实这个我想，我知道，因为我们听说他什么都快，对，都是一瞬间呐、啊，不止在网络上在聊天是变人，有一次私底下，我有听他的一些啊，就是比较亲密的啊，对，那个抱怨、啊，对啊，都会讲，就是有点，就是一瞬间嘛，对啊，就是一瞬间啊，这种感觉，一眼怎么讲？对啊，一眼瞬间就在讲他了啦，一眼瞬间就讲他了，每次一个啾咪他就啊。这种感觉实在是啊，有点辛苦。不过我们还是好朋友啦，不要再讲这种，可能崩溃大哭。对啊，我觉得我们这种交情。好，我们回到九滴后，九滴哇，两人不够啊！这场比赛会不会在10分钟？有可能互相换完之后重新开矿。对，双方都会回来。这边可是感觉这样子的话，一样战术是不是守方会比较有优势吗？但是等一下两边都会发现对方的这个战术，对，会不会在正中间这样？那现在，所以狗先出来的一边被对方看啊。看到了，两边都看到，但是这边也看到了，两边都看到了。对，这边都看到了。好，那这个完全就是一个操作的一个比拼。对，这边只拼操作啦，这没得讲啦。对，先上好，这个先上好，等你输了没得讲啊，不能说哦，我的异化虫颜色比较丑。对，颜色也是你自己挑的、哦。快是蓝色，我就咬错，咬到自己了。对，谁要你把颜色要搞的？哦，那我总想要打一个手势，是不是想在高地给来一个扑杀呢？对，要往回拉，往回拉。觉得他想要从高地趁一个没有视野的时候呢，来给你一个翻盘。对，但是哦好，来果然对，来这边做一个操作。对，但是这个是反应也是蛮快。有没有人停狗？有，我发现两边开始补工兵，补工兵，两边都开始补工兵了。对。哎，他想硬上，哇、哦，这可是这个不可能，你不可能上来，而且你这个、哎、呀对这个有点过于照镜哦。对，我们的番茄战士有点太。太冲了，开始喷出来了。嗯，这样子。BB 说那个没听到啊，是不是在讲一次给他听？算了，没关系啦。BB， 我们刚才在称赞你啊。对啊。哦、我刚才一直说你就是什么玉树临风什么的，你都没听到啊。这我这辈子第一次称赞你哎、欸，说什么你很就是很无动桃啊什么的。无动桃。对，好，那这样双方重新的下瓦斯，大概可能要准备要开矿了。对，他这边溜了一下，狗稍微绕了一下往回拉，那两边家里面的后虫都出来了。嗯、那先提狗出的是 JX 这边，好，两只后虫。好，皮皮卡住。好，做一个毒口没有问题。对，这样 NO 总是，不过 NO 总是可以压在二矿，再来占一点便宜的。两边都出了两只后虫，其实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非常好，因为你在两边都选择就是。都选择一个快攻情况下，你家里面如果要选择一个科技的攀爬，你最怕的是什么？最怕对方突然转毒爆狗，所以出两只后虫，你可以第一时间立刻做一个门口的一个毒口。如果对方这时候变毒爆硬压上来，对这个对，或者提速讲到，的确我们可以看到这边选择的没有开矿单矿毒爆狗、哦、对，那这边的话，其实选择两只后虫，你的防守就绝对基本上就不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了。那现在这边两边出了毒爆之后，不一定会做前压，因为通常。我们还是可能会选择出去开矿，像我们看这个这边钱够了、哦，会不会出去开矿？好，
好像没有，还是先补一轮，还是先补一轮狗。好，在后面抱狗就是要打一波，就是要硬压了。藏狗，先把狗放在高地，待会等到提速力好，全部会往外面冲。但是我觉得这次进攻方又会更危险，因为待会他如果高地有毒爆，你一冲上去很危险。对对，那关键还是那我这边的王虫的位置好像不哦有。还算有开到四，对，但待会一出门 還, 有跟上还是会看到的、啊，对，还是会看到、哦，所以，哎、欸，溜旁边哦。那我们这边其实看一下这边 ZX 要怎么打。不过 ZX 有钱了，他会想开矿吗？我觉得他感觉是要硬压，因为我们看到瓦斯的数量一直往上攀，就表示他去对方家门口变毒爆。对，但是 No 总这边也有毒爆，会不会待会又是毒爆碰面呢？对，但是应该是他毒爆往对方家走的时候。那个 ZX 的兵已经冲到他家去了。这边 No 总要选择防守还是穿？好，他这边看到对方出门，他要直接去打一个换家。家里面用后筒死守，有没有下第四？哦，没有，他直接用毒爆和狗做防守。我们来看一下，哇，那这个换家就很亏哦。这个 ZX 家里面应该会爆炸。这是有没有发现、啊？后筒，赶快拉过来。有没有后筒？有后筒堵住。哇，有动啊！有动！哇，在这种关键时刻你有动，这时候有动60分。有红。Hold住了，这个扎下去，哎、欸，其实刚刚操作不错，马上拉走、欸，对，马上拉走，这个反应哦，非常非常不错，应该也是守住了，双方是一个很紧张的交换。对，刚刚还 No 总那边有一个小数，刚刚毒爆全部撞上去，这有点可惜。对他刚刚全部去炸后虫，对，而且重点是他的数量没有达到一个撞死后虫的临界点，对，所以他这个就是撞上去，然后后，哎、欸、哎，刚、欸、刚发生什么事情？没事。他选择冲撞后虫，对，但是没有冲下来。那些毒爆如果往后拉回来的话，现在在家里面做法会非常非常轻松，甚至可能在半路截掉对方这些部分。这一个不给活路了、啊。对，那这些东西压上来，很可能还散毒爆，先散好了，先散好。那我们这边看一下操作，看一下操作，但是看操作之余要看两换五个漂亮。老总这个选择还是做的非常非常到位，这边再换掉，这一边有没有接？但是这一次还很多兵哦。哇，这个换的漂亮。哇，这个基本上守住，而且守得算很漂亮，慢慢炸到一点工兵，这一直超亏。哇，这边有没有散的很好。哇，这边只能撞两只。哇，这个你跑去撞了，真的有？你的操作换了？哇，刚那个蛋，你认真的吗？刚撞那个蛋表，蛋表是有跳蚤啊？刚有什么东西这样？这边挪走已经打出中国选手、中国虫族的一个气势出来了。对，那这个二矿应该是开下来之后，这个刚刚那波守住。刚刚那个 No 总守的是非常非常好，但这一个这边的操作确实是还有待加强。对，这边 No 总刚刚连续两个点、三个点，包括了毒爆虫的换，然后散工兵都做得很到位啊。这边这一次尝试在穿，但是他的狗的数量这样穿得到东西吗？两边再要互换的啦，这边还是要你要选择做一个硬换，但是我们看上去就是被炸的，对，我们要被炸的鸡犬不宁往后。那家里面的一个防守呢？这边我们看一下 JS 这边刚刚那波打一下，哇，这个二矿，这个二矿，你若一出去救他硬上高地啊！对你现在，哇，这个刚刚那一波打不下来，导致 JX 这一边是各种劣势喽。对，刚刚其实已经看到对方出，哇，这个要被撞的，哎，来不及，赶快逃！这个很可能，哇，有没有？好，有这个，哇，这个不错，反应不错，这个反应不错，守住，在最惊险的时候还是。也是在最后一刻肾上腺素发挥啊，还是要把操作拿出来。这边这一次是勉强守住，不过这边人口是落后了，可以看到工兵的数量是出现了一些落差。对 ，No 总这边是28农啊，这一次落后10只啊 ，ZBD 差10只，收费你觉得 ZBD 差10只怎么打？对 ，ZBD 差10只哦，这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不过其实你还是可以继续啦，就是再撑着，看对方会不会出现失误。那这边的话，二框又被闹。哇哦！不过一个毒爆炸掉全部了、啊，这个刚刚应该是一个小失误。嗯，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这再次的穿狗，对，要来。那这边上来反应还不错，还不错。哎，可以，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赚点工兵？一只、哎、没有，有，他这个换毒爆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对，哇，我们看到换了三只的毒，换了三只的毒爆，没有什么死。其实我觉得，虽然 JX 在操作上没有完美，但是他的这个。风格很强烈，也是很压制性的这个打法。对，那这边的话进来看到对方二本没提哦，其实对于 ZX 这边来讲，他最起码你得知了一个消息，就是对方也要打一波的一个压制。对，但是那这种情况，对方要打一波压制，你只要守住，你的经济就会回到领先。对，我们可以看到，如收费所说啊，这真的是意识到赶快先下第四。对，赶快下第四，因为刚刚上去看到对方没有升二本嘛。对。对啊，所以已经而且要看到蟑螂门这场已经确定对方要打的战术、嗯，所以这边你就只能选择好赶快下第四。但是这边这一波的防守还是很关键。对，诺总的人口数领先蛮多的、啊，27人口啊。主要是蟑螂啊，因为后面补蟑螂。那现在这边的话，看一下
硬摇硬摇，这第一次来得及盖好吗？这第一次爆，不过还好，狗应该来得及出来。但是可能第一次被摇掉两个，好，狗出来了，狗出来了，哇！但是三个第一次被摇，后手后手后手，临死之前，哦，没死没死，他想说能量太多，赶快补个血，随便丢就没死，对，结果他没死，啊没死啊、不过很能量还是够多，对，能量还是够多。好，我们看到这一波上来，因为第一次被杀的差不多了，所以。还是很难受，你还是要用毒包做防守。那刚刚第四应该是死光了，剩下一个。哎、欸，这个是在刷脓啊，蛮有种啊。对，这个是在刷脓，这有肾的感觉哈、啊。传说中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这么心脏这么大颗，我啦，哇，这个农民走了出来，尴尬。我那然后我、啊、但是还有蟑螂。对，哇，这个工兵他会硬点毒包，他要硬点毒包 啊, 啊，这个直接打。狙狙。哇，那恭喜 No 总也是扳回一城哦。目前第二局双方是1-1的平手。平手要进入我们第二局比赛的制胜局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场哦，贝尔十一机。SC 协会是什么东西？怎么样的战队？这应该是 F 九幺的子民们吗？对对对对，他的会员们，人红就是不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煞气收费这种战队？没有这种怪战队哦。不知道有没有胖胖九面战队？有帅帅九面。这应该是这辈子不一定会出的，可能会金城武分队，然后什么就。冯迪所九面明金城，明金城，谁要加？我也感觉啊好了，那在比赛中间再次感谢维新科技的主要赞助。那奖品赞助的部分有 Rocket 还有这个 TT 哦，感谢 Rocket 跟 TT 的赞助。那也是有他们赞助，我们才能够举办这么欢乐的比赛哦。我今天退群好像是有点问题。退群最近问题很多，我觉得好像自己开直播，它中间断了可5到10次吧。就是整个它的 server 有点不稳。我觉得退群在亚洲区这边不知道最近发生什么，而且这个状况其实已经快一个月。对。然后偏偏 ON3D 又在前阵子已经收掉了，直接收掉了。对，所以已经没有就是能选择的转播频道其实是越来越少。对 ，YouTube 听说是要收钱。YouTube 很累，还是要收钱？我们 YouTube 应该可以吧 ？YouTube 如果可以，可是目前我是不知道，因为很少看到有人，除了一些企业的转播 GPL， 对 GPL， 但是 Arena, 对，但是大部分的私人我是没有看到有私人的 YouTube 转播的，可能是因为他们 YouTube 就 Google 在台湾的总部好像不太管这一块业务。对，好的，各位，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二局的制胜局的，目前双方是小比分是1-1的平手，在画面中10点钟方向的红色。冲出选手知名的中国虫族 No 总，对上的是4点钟方向的耀月太阳神的新科虫族选手 JX 哦，那使用地图是贝尔十一机，那这张图不会再有人放个什么九地十地吧？看一下有没有要放王虫，哦，要王虫放下，这个是放王虫，再放这是。那另外一边 No 总应该也是会放王虫，对啊，这个有他放王虫。好，那两个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营运，还是在打个二矿以上的节奏。对，基本上来到了1-1之后，其实你就心理上有博弈。当然，你心脏大哥还是可以在这一场放，但是因为你上一场已经放过，对对，所以这一场其实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打比较保守一点点。对，尤其是 JX 这边，他上一场双方打类似的战术，正面对决，看得出来 No 总的操作还是稍微好一些。对，所以这一场 JX 可能就要选择走一个比较营运的路线。对，虽然 JX 这边打的是非常非常侵略的哦，我觉得是做的还不错啦。对，其实跟刚刚讲到这个选手风格是蛮强烈的，对，所以也是很期待他上职业之后的这个打法。对，虽然长得是相当憨厚可爱的，你要讲到番茄战士长得也很侵略，但是打法却是非常非常侵略。我们看到这边选择15D， 而我 No 总很大胆啊，在对方上一局采用一个9D 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一场。就判断对方不敢这样打，所以他就直接选择一个裸双，这是一个富贵险中求。那在心理的一个博弈上来讲，我觉得 No 总这边已经是取得小小的优势。的确，这是一个小小优势，但是虫卵是明显比较多的。对，那这个是其实经济也不差，它是一个玩狗池的二矿开局啊。这边直播在聊说什么开 proxy。开 proxy 如果可以改善问题，那有可能就不是就是退。中华电信连国外或者是 D
第四台的网络连国外的一个问题。可是改 proxy 其实，因为通常你改 proxy 会导致你上对很多网站都会累，会累个。对，那所以要记得改回来、啊。对，要记得要把它改回来、啊。而且有一些 proxy 听说是有问题，就是可能会账号被盗还怎么样的。地理老师去你家，地理老师，地理老师，对，综合区哦，永和，永和区，永和区，永和区已经准备好。像九妹就非常非常了解永和区这边的永和区，就是一些小吃啊，啊，就是一些夜市这样。对对对，夜市，夜市，综合什么乐华夜市什么 ，OK 的，问吃的我懂，那其他的我就不清楚。好，那现在这边看，好，这边是。这个这边其实双方都是一个正常开局啦，没有什么太一边裸双一边玩狗开，但是其实现在没有什么惊人的举动，目前算是一片和谐啦，一片和谐，是的，一片和谐。那这张图就看有没有机会达到一个三矿攻防战的一个节奏，然后这边想来点气球，哇，这气球逃得掉哦，他要走到他下面，这是一个很基本，很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要打。你想要杀对方的王虫，你就必须要先走到他下面。对，先走到他下面。对，先走到他下面，然后渡他致命的一击。对，然后渡他。对，这样你会比较有机会杀到他了。对啊，因为基本上王虫移动速度跟现在在之前已经提过数之后，其实后虫你要追上他是比较难的。我这边卡了，我好像前期十一只王虫，我觉得还是稍微受一点影响。对，有点亏。那我们他这边已经卡了，刚刚是卡了一下人口。嗯。那不过还好，因为后虫杀死王虫需要一点时间啦，所以你第一时间赶快补，其实卡的时间不会太久，除非你就是已经被打开不补这样，对，死不补，对，有啦，刚刚有补，对，有补还有补，放下毒霸虫巢，这一边是 no 种毒霸虫比较快，双方都在爆狗了，对，双方都在爆狗，应该两边都会做前压哦，这感觉起来两边都要做前压，对，有好看的毒霸狗互换可以看了哈，这一边来看一下，双方这边可以，好，毒霸变前线，在前线已经变。哦，那这样的话，防守方压力会比较大哦。嗯，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JX 代表如果做防守，第一时间要来散异化虫或是散毒爆。因为刚刚已经看到对方出门了，怎么会没有反应呢？刚刚因为王虫应该有看到，王虫被驱离走之后补上的这段时间，不知道有没有。对，哇，这边两两来，有没有？有没有两两来？那这一个很尴尬，这个呢？哇，带走了，带走了，各位观众。哎呦，补出来，补出来，补出来要被炸。哇，好痛！好痛，后虫死了。对，不过还好，后面毒爆出来，那可以还是可以守。看一下三异化虫，看一下 No 总的控兵。对，那这边的话，后面还在接哦 ，No 总后面他开小兵。还在接。对，这个没有第一时间，第一次刚刚在溜出来的那个时间，应该是没看到，应该是王虫被赶走，所以你没有看到对方出门哦。哇，这一个大意可能导致这一个是要直接，我、哦、竟然有第一次，怎么会有第二次？第一次，第一次怎么会在主矿？应该是后来补的哦。对，但是二矿已经是很危险了，这一边大军全部压上来，后虫卡得很漂亮，哦，很好，卡这位置很卡的非常非常漂亮，硬咬硬咬，还有一只。哎呦，没闪，来不及闪，来不及。他一点工兵了，那个应该是一点工兵用。那工兵现在算大幅落后了。这一只经济大伤，二矿还在被咬。对，下面还有没有？下面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毒爆？没有，没有毒爆。感觉一样的事情，刚刚第一场一样的事情发生在 JX 身上。对，这一边如果这场输了 ，JX 就以2-1的比数输掉一个大分哦。中国队就要获得今天第一个大分了。对，这场应该是看起来是十拿九稳了。对，真的是三。对，因为人口已经差到一倍了嘛。嗯。人口差一倍，在同族内战来讲，人口差一倍，基本上就代表着人生来到了就是很尴尬的时期哦。到一个黑暗的时期。哦哦哦！哇！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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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边再散没炸，右边单右边被炸。这一边 JX 还在全力的挣扎，但是部队数量真的不够。哇，有这个炸，哦，有炸到，这个炸到，但是后面再补上，因为经济的一个落差，所以这边你一定接不赢对手。是的，这边接兵接不停啊 ，JX 非常非常的危险。对，究竟二矿掉了，二矿掉了，他选择直上主矿，直上主矿了。但是哇，这个刚刚那个后手的能量，但是他没有第一时间，刚刚没有先补好血，所以这边应该是要直接带走了，蛮可惜的。那这边最后这一次看起来是要以2-1的比数输掉了。哇，刚那个这个特效真的很屌，对，就喷出去的，就是全部都喷出去。不过，这个显卡如果不错的话，可以开到最高效，它的死亡特效
比较不一样。这边这次打下 GG， 哇，恭喜 NOZO 最后以2-1的比数拿下，替中国队拿下今天的第一点大分，所以目前双方两局打完是1-1的平手，相当的纠结。那我们一样来看个广告，然后待会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进入第三局，大家最期待的谐星大对决。Screen on. Weapon systems on.Kill them all! Yes, dear? Take out the trash! I'll be right down. I'll be back. The GX60 offers immersive visual gaming experience. Never settle for less.好了，各位，那刚刚看完这个赞助商，我们还是要来介绍一下赞助商的这个产品哦，维新的这个产品。哎，开错了，开到封面。好，大概看到那台就是那个蝙蝠侠的，是 GX60 哦。那我们前面讲的 GT70 放的是 NVIDIA 的高阶显卡，那 GX60 放的是 AMD 的高阶显卡 7970M， 也是一张很有名的高阶显卡。那它支援超高画质细节的 DirectX11 哦。那它的这一个跑分，这个效能跑分也是非常非常高。那另外一个特色是，这台笔电可以同时输出三个萤幕，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广告，它三个萤幕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你玩魔兽世界啊，或是玩一些有支援三个萤幕的线上游戏，你就可以一台笔电还是可以支援三个萤幕，非常非常酷哦。那它同时也有搭载 GT 系列也有的那个 Super Rail， 就是两颗 SSD 做瑞麟磁碟阵列的，所以它硬碟速度也会超快。然后呢，它的这个网卡也是比较好的 ，Killer Gaming LAN 的一个网卡哦。这个网卡是可以有效的降低你的延迟哦，去美服啊，或者是韩服这些国外的伺服器的这个延迟会比较低。好的，那接这个我们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暂时结束，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的比赛，由鬼手灰对上 F91 安提卡船长，安提卡船长也是一张老图了，终于不是那个虫族内战了。看一下灰在不在？先选一位。我们的 F 九幺来了吗？我是九幺，那他是九幺也行。好 ，ISSC 协会。我们的灰灰也来了，灰也来了。他真的叫 SC 协会？好。先确定一下他是不是九幺。还在载图。好，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在帮会长加油，会长一直就在讲 F91。我们来看一下 Neo TV 的论坛，是不是很多在帮他们加油？这边哇，已经有了协会会长 F91 对战鬼手灰，就是现在，就在此刻。诺总险胜，哇！大家很热情，而且，弟小姐来，弟弟老师，河南草服，弟弟老师出现，哇！烟台，我跟你讲，我上次丢给那个我们家邢小姐，是整排全部都是，刚好被洗完，对，刚好被洗完。那我们来看一下台湾 PTT 的，我不能只看 Neo TV， 我们来看一下，哇！九幺要来了，会长 B
必胜这边帮台湾选手加油，可以说是两边的观众都很热情啊。好了，好 ，Go， 啊 ，Fighting，Fighting， 这个是今天众所瞩目的一场比赛。对，而且刚好现在是一比一，对，大分是一比一的情况之下，这里这个对决谁赢就停牌。对，谁赢谁停牌啊？好，那这边九幺打出了 Yes， 那辉应该也 OK 了啊。我问一下，对，台湾选手来确认一下。你下次也可以去发一下，自己担任第一老师啊。综合来，综合找服务先生。然后里面是收费的 Facebook， 那还是算了。我觉得你还是放你的女服装照片，可能吸引到人气。我今天有看到 Neo TV 的贴我女服装的照片，不拿找来的。好的，可以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维新杯海峡两岸明星赛的比赛的第三局的比赛啊。目前双方大比分，中国队对台湾队是一比一的平手了。那第三局是由游弋钢铁人的鬼手辉神族选手对上这一个也是在中国大陆赫赫有名 F 九幺啊，从星际一打到星际二，星海一打到星海二，也是一个很知名的选手啊。欸，不过听说 F 九幺是不打职业了，是吧？对 ，F 九幺现在已经比较偏向，我还蛮常看到他在 Neo TV 担任赛品，对，跟救援和小斯他们做一个转播。了解，好的，那来看看五点钟方向的这一个是青，这是青蓝色吗？青色啊，青色，对，青色少女，好像我一样，对，就是比较色出来比较害羞内向，轻度，对，轻轻度青色，你这个人，我怎么觉得你这个人怪怪的？不好意思，我刚看到第一老师，我太开心了，你看。想必你跟第一老师有很深的渊源吗？没有，一箭之缘。他那个青色的这个虫族选手，就是我们中国的虫族 F 九幺，对上的是十一点钟方向的紫色神族选手鬼手辉哦。好，那地图是安提卡船厂啊，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张图。对，现在这边看一下开局的部分。这边我可以看到。我现在打虫族，应该主流还是会出一个这个弩箭核心的。对，弩箭核心还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战术。不过这边比较可以特别看一下的是，感觉灰还是要打一个矿开哦，因为在虫心上头有些神族会选择单矿。嗯。不过这边是看起来是要打一个矿开。确。那F 九幺这边应该看起来要裸双吗？因为对方没有出来哦。一般来讲，现在很多虫族就会直接选择裸双了。对，这边对，就要15农民直接拿出一只公虫，来放下二矿。哦，这边聊天是真的吗 ？F 九要在直播呛灰啊！我 F 九要本身是一个很好玩的人。我上次我不是一起去上海吗？我就看 F 九要画激光，他讲不啊，对他画还蛮多的。对对对。然后我常有时候看他直播，然后。他就会打打打，然后大喊一声 ，nice 这样子。听说最近让我 nice， 他最近一个比较让我印象深刻，听说他喜获麟儿啊。对对对，听说小孩生出来了，对，可能也是要转成一些比较不那么激烈的职业了哈。然后我们看到 F91 裸双完之后呢，放下孵化池。那灰这边是，灰是进出裸双了。对，他是裸装没错。哇，对，他打一个裸装。裸装啊，那九幺应该是有看到进度了，他知道是不是裸装。那待会来看一下双方。哎呦，三矿开，这是一个，他这个三矿很早、哦，三分半呢。对，这个完全的，刚刚上又停了一下农，然后就直接。这个 timing 点非常非常早、哦，超级早，刚好这张地图也蛮适合的。灰如果没看到的话，可能会去选。他应该会去看一下，因为一般来讲，这个神族在这个时间点一定会把攻去对方三矿绕一绕。这方面我对灰是蛮有信心的。对，这还是基本的一个基本功啊，还是有看到，可能有三矿。这个放上去也比较，应该会觉得他优势很大哦。灰要不要来一个有礼来颗有礼貌的光炮呢？没有，没有，他目前没有要放。对，其实是可以偷塞啦，但是因为对方的狗其实也快出来。对，哎，不过。哎，这边 F 九幺他没有选择出狗啊，因为他出后虫，他这么偷的一个状况下，他就连狗都不出了。他如果被那如果一个马后炮的角度来说，他如果被放光炮了，对，如果被放光炮，他这边会非常非常亏，因为三矿就掉了。对啊，那这边的话，不过因为灰还是一个打一个礼貌哥的一个，可惜灰太有礼貌，对，太有礼貌，很多胡子，太有礼貌。那这边是现在做二矿的建筑学了，这边先堵死。
待会这边可能会放一个水晶什么之类的。对，应该是会把门口堵掉。可是因为看到对方这么偷，所以其实对于灰来讲，应该也是比较不用担心哦，也是不用担心对方就是在早期做一个进攻。嗯，不小心在讨论说一个招式叫独孤九剑，但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独孤九剑是裸山，他刚刚是有放狗吃。对，他是有先放狗吃的。对，他是有先放狗吃。他们中国选手跟中国产品很喜欢，就是拿那个金庸的招式套在各个选手身上。我在听，好像听小四来救一面。我那我们这边一定要拿我们的台湾啊乡土的、啊，所以我们要拿布袋戏。我们看这个孔安寺使出怒火烧尽九重天，哇，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左右这把刀哦，左边这把刀什么刀？什么刀？这就是所谓的新剑啊，正所谓刀啊。什么刀狂剑痴？刀狂剑痴，左手拿剑，右手拿着刀。然后我们看这时候拿出来，好、哦，这个是哦，这是 哦, 哦，这是一气化三千哦，是黑白郎君的成名绝技。哇，母剑核心啊，母剑核心啊，破心啊，还不知道怎么讲啊，随便，反正三矿开啊。好，这边也立刻开出了自己的三矿哦。你有那个孤独九剑是吧？对，来了。我现在开始翻一下，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看了。我小时候很爱看。一气化三千，你还讲出来？我觉得蛮厉害的。因为最早以前还叫一气化九百啊，对。然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就变三千，有点双。它的数目越来越多越厉害，但是后来他们编剧发现这样子这样下去不科学，因为再下一可能就是三万。然后六千万这样，五亿这样，一气化三亿两千九百五十。对啊，这时候发现大家比的是数字大哦，再也不是就是名字有多屌，也比数字大了。招式讲到一半就，所以到三千就结束了，就没有再更高了。好，那我们这边用孤独九剑的 F 九幺三矿四基地要爆大量的狗跟毒爆虫了。哦，这也是九幺喜欢用的这种大量毒爆破口啊。对，应该是要直接来做一个一波的一个压制哦。那这边的话，你三矿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危险哦，很难很难守，因为它的建筑学不可能做到两边的一个封锁。嗯，好，那就要看一下灰这边能不能够利用自己的一个前置的火力侦察部队来稍微拖延一下第一波的这个大量提速狗、哦。这波哇，这个死定了，会不会这么多鬼东西。哦，这个是南希、啊，那在这个摩门特。要不要传回家？要不要传回家？有能量，有能量。来不及，这个你现在要传这个太浪费，因为你带不了多少东西回去嘛。你刚刚回家丢个技能还比较强，还在爆狗哦，还在爆狗，四级在爆狗。哇，这个要一波推死了，这个要推死了。这边会赶快传，稍微做防守，顺便选择守三矿。我觉得这个很难守，因为你二矿没有做建筑学的情况之下，你在三矿做一个防守，你二矿就会直接倒。这边我仿佛听到 F 九在喊 nice 了，哎，不过这立场还是有切到，对，立场切到，但是没有切得很漂亮。那现在这边我们看，这个就是你，如果你建筑学不做二矿口，对，你的二矿就会被难守，就是这个原因。你现在守三矿，那对方如果从你二矿这边，我们看他没有做堵口，就等于说你进去攻兵就是死亡起冲。哇，这边 F 九要来回，而且 F 九刚刚抓时间点刷了一轮农民呢、啊，这个要带走，这个要带走。很难打，这一边灰难来不来得及伸出一些关键兵种，哇，炸光光啊！这个连跑都没得跑啊，因为你在老讲，你根本没有什么操作空间。哇，这个全世界都在爆炸，全世界着火，这是什么招式？这个是一修到很久一阵子。哇，那这边的话要上斜坡了吗？我们看他没有立场，传送门在盖，但是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这个太晚了，这个太晚了。哇，这边灰抱着前十啦。现在，但是其实 F 九这边是更有钱的，有办法做多过没有？好，拜拜，拜拜。哎，没关系，这是 EO 三第一场比赛。让我们舞蹈一生。哇，还没啦，还没对，哇，停电了，哇，这是一个四个灯，这个是 Apophis Pilot， 对，这就是阿土伯拍的，买了牛肉。哦，我觉得大梦是阿托北的那个语音。哦 ，Q 告。成功岛，成功岛。哦，就是很难打，人口是一个大幅落后。刚农民死很多，整个矿区二矿人死光光了。但是应该这场就单管手。不过这边的话，你看到这边 F 九号就分了分线。分线到了你的二矿，这波如果你完全守住的话，看一下工兵数量哦，38比76，其实好死定了，我想起来了，你在想讲什么？我来看一下工兵数量，说不定还有的打开一下，发现没机会，对不起，然后我不应该想太多。
我来，我对方说不定忘了不是工兵，等一下不对，对不起对不起，这也不能奢望他断线，因为我重新可以连回来的、啊。其实我们、没有没有机会啊。对，我这局势看起来，死定了。死定了好好，哇，这个立场，哎呀，你看到哇，各种啊，这是怎么回事？好，那没关系，我们就暖暖手，暖暖手。这一场应该是非常出来，也就是一个，应该就是要结束了。对，非常出来，基本上你没有一个追力的情况下，整个大部队是深度部队是被玩克的啊。好，那这边进来，红哈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满目疮痍啦，这个孤独九剑啊，可以说是威力全开啊，也是练到第八重还是第九重啊。青蓝色的一个火力了、哦、现在这边在各种拆，又停电，辉还在做一个死守、哦，但是我觉得这应该已经是没有任何机会了，很难打了，因为这个你这波守住，下一波飞塔已经在路上了，但是他不知道对方有飞塔，对啦，所以他就想说没得侦查，九幺四矿还直接开下去，觉得钱很多啊，四矿五矿连开哦，这个状况已经是大优了，那这一场。主要是我觉得辉他也选择开三矿了，那二三矿这样子不好防守。基本上，如果要选择速开三矿，你的二矿就一定要做封门，就是要做这样。你二矿如果不做封门，你三矿不要这么早开，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做防守。对啊，对，基本上这对于就是所有这所有的神都是一样的，这因为这是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种族的一个就是你的一个缺点啊，一定有它的一个劣势在哦。那你这样的话，好，我们看这边是直接要难打，很难打，对。但是我们的灰还没有放弃，还在撑。但是这个追力虽然不够啊，但非常硬点。这边已经在被各种打。这边待会可能甚至协同大量毒爆重来啊，这很难打。哎，我们看到这边溜一下，往上去走。狗也在路上，毒爆虫也变好了。这个二矿持续的杀农啊，的确是滚滚红尘啊。好，再上去，哇，这个三矿就各种绕圈圈就饱了。这个啊，会打出了狙狙，哇！恭喜我们的星海协会会长九幺哥拿下了第一分，对，第三局的第一分哦。那这边台湾选手辉要加油喽！我们来看一下地图，破晓，经典的一张，破晓还在，看来一斜还有一斜斜，这边的话 ，F 九幺还是技高一筹，然后营运感觉还是不差，其实做的真的是相当不错。在前架的同时，家里面的营运其实并没有算是并没有失误，非常并没有因此而忽略掉。那三场会是打一个营运啊，这场看会不会来选择利用重新的一些新兵种来打一些比较压制性的打。破晓这张地图，你就可以考虑用刚刚那种战术，就是开三矿，然后你在三矿用建筑学渡口，然后你在二矿用。二矿再用二矿做一个防守，对，因为这张地图破起来就比较好一些，尤其是以刚刚安妮卡成长那样子的一个状况来打起来。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获胜那一方的论坛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到底有没有地理老师？有啊，就是这样，就这样，哦、就这样，就这样，这就是地理老师。看到第一个叫北京，然后就九妹，你刚绍兴没有北京啊？你这北京是一个善良的地方啊。会有北京，我就是去善良地方。是你就是去上海、福州、是海门，这哪里我都不知道，这好冷门的地方。台湾解说太懂九幺了，他在称赞我们嘛？看一下，应该觉得自己优势很大。对，好，没关系。希望待会台湾获胜，我们就来看台湾的 PTT 哦。对，我们这边还是要辉好好加油。对啊，九幺还在读图，那我们来看 PTT， 等他读一下。对，哦，爆了。大家都在学九幺讲话，为什么我这么强 ？Nice， 为什么我这么强？就我要把他滚爆了。孤独九剑，独孤九剑。对，毒啊！我刚讲成孤独，毒没关系，我们有这一气化三千，那叫什么？杀生为护身，斩什么？斩业非斩人啊！对，哎呦，这个是那个、啊、开什么玩笑？我们也是一气呵成的。我们也是啊，那个是佛剑对不对？讲，好像是，我就觉得很帅，我就把它记下来。OK， 我就等一下九幺下载地图。对，我发现九幺大家不要太认真啊，这个是大家有时候模仿九幺讲话，不是真的在呛台湾选手，大家不要
啊，佛见分说，对佛见分说，不讲分说。我来帮台湾选手加油，来搜索一下佛见分说图。佛见分说啊，对，我被雷到了，为什么？我被雷应该不会死。我跟你讲，布袋戏就是都会有人死掉，但是他会莫名其妙出现。有一次，我基本上素还真已经死了大概15次了。哦，死了15次是不是？对。后来他的分身都不知道死过几次哦，各种死哦。我只是 Google 一下，为什么他会雷我？然后耶稣也是各种死哦，还蛮帅的，其实蛮帅的啊，不错。我以前还蛮喜欢的。对，杀生，杀生卫，这个还是后来有改，这个后来改过啊，因为后来他好像有入魔，是不是？他好像有入魔过。哦，难怪。对，但是原本那个是比较工整的。对。好，这边91载好了。九幺记得选种族，九幺选 Z， 好 ，Go！ 哎，刚刚讲图，刚等下种族还有颜色，其他的颜色稍微调整一下。九幺立刻改红色就好。对。九幺好像是怎么了？再拉他一次啊！那我先把他踢掉。有啊，他来了。对嘛，那你拉错人了啦！哦，拉错人了。哦，你那边乱哦。不是，因为他们都是条码人。他前面没有 SC 协会，要证明有 SC 协会。对，要有协会。然后 Go。啊。对不起，我刚刚看佛见分说看得太开心了。啊 ，Go 了。够了。好，这个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维新杯海峡两岸明星赛哦，由维新 Notebook 啊，有人讲到我最爱的了，那个建军十二横，我以前超爱他哦，真的、哦，他十二横我以前会背，一横双下巴，二横被打脸，三横斩元表，四横我单身，五横薪水不够多，看你这个资格，六横鸡。没有四轮车，是还有什么？七恨没有房地产，七恨没房地产，八恨体脂肪，九恨虫族英霸弱，还有什么？九恨重新出来虫族超烂，好累啊！好了，那刚刚没讲到一半，我们在收看的是维新杯海峡两岸明星赛的比赛。那本赛事主要赞助是维新笔记本、维新 Notebook。那因为这个也是蛮多中国的观众，我在这边打一下广告。除了在台湾可以买到维新的电竞笔电之外呢，在中国维新的这个 Gaming Notebook 电竞笔记本也是卖得很火红啊，大家可以上这个淘宝或者是京东都买得到。那台湾部分的话呢，卖最好的是那个 G160， 一就是 ABCDE 的那个 G160，i5 版本的，一度卖到断货、哦。可以说是很卖得很好的一个电竞笔记本。那电竞 notebook 的这个概念就是说，其实之前就是会很多人问说，我这个笔记型电脑一定要买到那么高阶吗？就是真的用得到吗？因为我都用桌垫打游戏嘛。那我自己本身换了电竞的这个笔记型电脑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很方便啊，就是走到哪里，像有时候我出差啊，去北京，大家知道我去北京晚上都是很乖的嘛。待在房间里面，你比较方便，可以上去找地理老师查一下怎么联络，这样不是、不然你电脑不够好，上网站的时候发现哦，6 T 打不开，网速不够快，找不到地理老师，你就只能打电动这样。我实在不应该空一个时间点让你插进来，然后你不小心让我插话，不好意思。我是意思是说，我出差那去到哪里都可以玩星海啊，或是玩一些什么战车世界、坦克世界啊。魔兽什么的，就是走到哪玩到哪，其实相当方便啊。那大家其实如果有就是常常出差啊，或者是学生常常移动来移动去的话呢，其实笔记型电脑是可以考虑买比较高阶的啦。那维新的笔记型电脑，尤其是这个让打游戏用的、电竞用的，是相当不错的、哦。对，听说 Miss 到了上海，这样你去北京就没办法遇到 Miss。因为 Miss 之前我记得是在北京哦，真的哦。对啊 ，Miss 上次 Miss 去上海，想必是去找舅爷，这完全不能忍。哎，虽然我对舅爷是非常非常的敬仰，但我觉得 Miss 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不在未来当赛品，你们就这样各种欺负 Miss， 我实在是，人家痛虐他，绝对不可能。然后包子老师还去摇他，成何体统啊？完全是，我觉得有问题的只有包子啊，就是最正直的赛品刚好就不在了。最正直，您是指鄙人我吗？九妹呢？就是我啊，最正直的是我、啊。最大只是你啦。
哎，这边是传说中的。哦，没有没有，也是哦，没有没有没有，也是才刚刚一样的一个战术。对，独孤八剑，对，没有到独孤九剑哦。对，这是一个也是速三矿的。哦，有有有，他下来看。好啊，这一次看要不要下一个光炮？那再看一下有没有王朝。佛剑分说的一个六芒星式的一个侦查。来来来，我转转转，他走，一恨开三矿，二恨没挡到，三恨光炮来不及，四恨三场输掉，四恨三场输掉，五恨神珠三矿难开。对，五恨神珠三矿难开。讲完可以讲完十二恨哦，蛮厉害的哦，这还蛮多东西的哦，要抱怨是还蛮多的。好，那灰这边也是一个，这次灰就是乖乖来做一个二矿的建筑学了哈。嗯，那我们这边等一下来看一下，现在因为已经突然对方开三矿了，看他要怎么选。嗯，这一边我们看到九幺纪律性还是不差，选一下四矿，看不被藏一些水晶塔。有时候不过其实重组纪律性好的话，要这么早期在外面藏水晶塔也是蛮难的。除非你是打一个7 BG、6 BG， 那那个时候才放水晶塔。但是现在太容易7 BG、6 BG 这种，尤其是速7 BG、8 BG 这种，其实太容易在开局的时候被侦查到。对，因为基本上在 timing 点，大家已经掌控的差不多了。不过他其实他这次冶炼厂放里面，他如果真的要速提一攻，是比较是可以的。对，是可以的，依然是可以的。但是这边就看他怎么选择。目前看起来还是选择一个比较正统的一个开局。对，先升一支五剑核心。那我们的中国选手还是九幺，持续在刷农。啊，这边是不错，拿到一个中期的节奏的感觉。哦，六分钟提一攻，还是一个标准的时间点，并没有到很极限的五分半提一攻啊。这边还是要先留瓦斯给五剑核心的。那这边等一下还是可以看一下，因为最主要是他的三四瓦其实现在是没开的。嗯，他并没有找啊、哦，要开三矿。开三矿，开三矿，刚刚要打一个速开三矿的一个战术。对，我们可以看到聊天室的这个 NWB Boss 瞬间被打脸了。他说这个是要打三不朽。对，结果他想他这哦他，这是三不朽是吧？啊、他是三没有 他可能误以为星河外号叫不朽啊。对 ，B Boss 他玩的不是神主吧？对对 对，他是重组。感情你把这个当不朽啊？啊，B Boss 你不能这样啊！在聊天室聊个天也被打，也中枪，又会乱打字。好的，这边哎、欸，王宠有没有看到？我们来看一下九幺龙啊，有看到，有看到，这一定会看到，因为基本上他刚刚因为他的兵往那边移动，所以九幺这边其实是有点留意到的。这边好，那三矿口堵死。我觉得旧宇等一下应该就不见了，因为既然 miss 都到上海了，旧宇等一下应该就会有事情要做。有点忙。对，就会有点忙，这个时间点嘛，对对对，就差不多，有点忙，有点。哎、欸，是我刚看到你 QQ 的照片是跟 Miss 的合照。对，我刚因为我那时候 QQ， 然后我就把那时候那个我看到那个照片，重点是那张照片我看起来还蛮人模人样。我、哦、是难得，你是修图，本人也是人模人样的。哦，对，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大陆的水友还留言说，这个是怎么跟那个他看到的那个照片不太一样。所以是最近也是花时间在学 PS 这套软体。没有没有，然后我就把这张照片丢上去，然后我一丢上去。那个谁就敲我，好像是卓物吧，哦、还是谁就敲我说之前的领队嘛，对，他就敲我说，就是 High Spider 领队，对，然后敲我说你这不是屌丝吗？放个跟妹的照片这样，啊，对，就屌丝，我就说我就是这样。怎么样？帮台湾选手解释一下什么叫屌丝哦？屌丝的意思就是，我看你看很多人知道，屌丝就是类似阿仔啦，对，阿仔，我们叫叫仔仔这样，对，他们叫屌丝 ，nerdy， 英文叫 nerdy nerd， 对。好，那现在这边看放下。这边双攀科技，那现在我们看到九号这边又在爆狗，毒爆虫爪好了，二本升，但是一样的战术，升了二本就表示他这个不是极限的一个，不是极限的一波啦，所以他可能会试图做个压制，但是应该灰这边是哦闪追，走一个闪追，先做闪追，待会看能打一个三矿的大后期，升主打冲着三矿大后期还是蛮强的，但是就看你升不升得出来。这边九幺在研发遁地啊，这待会也是有机会来用遁地来做一些战术。哦，这个哇，九幺还是有还是接到，还是有接到，不错。他刚刚用少量狗去敲你三矿的兵营，让你去做一个视野的转换。嗯，对啊，你一移过去，部队就冲上去。哇，所以那个地方其实灰的反应相当迅速，是给予不错，给予高度的评价，对，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这边想撞，应该要从水晶塔撞进去，后面再爆狗，要还是要压，但是家里面。这个要打下来并不容易哦。对，因为他的这个哨位会拉来回防。对，部队应该会拉去，而且兵营的数量已经成型了。现在灰这边应该已经来到一二三四，应该最起码七个兵营。但是对进去了，对破，然后部队拉下来，这边要比速度。来来来，立刻刷兵，先刷狂战士，立刻刷狂战士，有没有办法立刻堵口？
好，反正先用哦，后面包上来了，哇，这一个后面的包夹做得很漂亮，哇，不过果然是有一攻哦，有一攻击被杀，对，狗应该是没有一防的，没有，这个时候不可能有一防，所以这一攻狂打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完全没有杀到龙鳞啊，这样子的话，就很像九曜自己也就是正所谓手起刀落啊，对，手起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对，就是新剑，对，新剑斩叶非斩人，不同人啊，然后不同人，新剑是叶小三，斩叶还是佛剑，这位一半刀啊，这位九曜师兄，你的叶有点重，我来帮你布化，然后就刷了很多防战之术，对，刷刷。啊！巨象快出来了！巨象，这个神族就是在拖巨象啊。等到巨象出来之后呢，就不客气一点的，可能空军都出来了。好，这边开始研发巨象的射程。啊，蟑螂，但是蟑螂提速还在提。接莽夫哦，那这边的话，提速没有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先来看一下灰这边怎么做防守。应该，刚刚聊天室有说会长打出风采可以狙狙，打出什么？行了，好，打出风采，行了，会长打出风采了。那可以回家了，在哪招阿甘胜利法？对，哦，那现在这边要打三矿，我不会不觉得因为爆蟑螂，人口数目马上飙起来。但是重点是没有提速的情况之下，其实哦，快好了，快好了，打掉挤进去，哇，灰这边卡人口，对，灰没有，因为建筑被打掉，不过还好还好，因为部队拉回来，这个资源是很快速的。账面上看起来人口数领先，但是其实从主要硬打还是也还是被巨象烧得很惨的。巨象这边马上补斧飞，不过九曜斧飞接的也不算慢。这边待会斧飞一接上，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灰的阵型还是。灰的闪追已经好了，其实你要保巨象并不难。对，那这边其实关键还是看他，哦，他选择要走刺蛇。不过灰其实刚刚好像前面哨位也是被点掉不少。现在的哨兵数量，我看目测应该是四支嘛，五支。那能量其实也没有到满的哦，这边我觉得灰还是要小心翼翼啊。那这边灰是来回在二三矿这边游走，随时要来做防守。灰的第三个珠宝能量一直是满的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失误，因为你的能量你没有什么机会去把东西刷出来，表示你的经济不够，不然就是你忘记去丢了。有可能，通常会比较偏向经济不够了，因为这个忘记应该几率是不高的。哇，刚刚哇这个丢，赶快临死之前丢出去。哇，没有软球，没有丢出去。对啊，你没有把你的，你把球丢出来、啊。对啊，你没有把你的阵型丢出去。哇，很可惜，很可惜。对，这真的非常可惜。那上面可能会发头哦。那这边要来压，好来了，应该还是会选择带着自己的母舰核心出门，所以还是要再补哦。这边会下一个引刀，但是引刀塔只有差三分之一的一个距离哦。这边斧飞跟追猎互相在走位，这边要想办法，不能兵不能送哦。那这个时间点其实已经差不多可以准备要压出门了，因为这个时间点你再不压出门哦，对方的一个整个经济哦，也是科技会成型。对，赤蛇的提速也在提哦。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虫族的空军一攻，地面远程二攻也都在提升。神族的是已经二攻了，神族三攻快哦，这个、啊、这个漂亮，这啊立场有点，这个有点过于急了，因为太急太急。对，因为他明明还没走到那边，你先丢，也是犯了一个 Big Boss 常犯的错误。对，就是一瞬间嘛，一瞬间就结束了，真的太快了，男人不能那么快啊。要有一点耐心。那现在要看一下，人口已经追起来了。对，追起来。这个时间点如果压出门，不错，从后面有机会吗？对，要直接包夹吗？等一下，正面部队刷团是堵路，真的。哎，引刀，哇，这个反应不错啊！引刀，但是哇，好，但是巨象，巨象会在这边出现，不过还好。他刚刚可能在控追猎。对，这边。啊，巨象死光，不过吃光对方的兵力，应该是要直接做前压。先反压，先压。好，直接做反压了。引刀，没想到刚刚刷出来是引刀。引刀表示不要看我个子矮，就觉得我是狂战这样。我可是高贵的引刀，对我可是堕落，就是被排挤的引刀。被排挤。要压，赶快压出门。好，这边执政官出来要推了。然后掩护自己的四矿。哦，这个双 BS 了。对，现在要等对方如果在大后期，你家里面就一定要靠虚空。虚空现在是非常非常强悍的一个兵种。对，那现在这边的话，看一下，因为 M9 大量的一个莽夫啊，导致他的一个科技是没有起来的，所以他这边被迫刷赤蛇二攻零防。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这赤蛇还是蛮保的。神族应该是三攻零防。对，神族应该是三攻零。对，三攻零三攻好。那不过会稍微可惜的是，这个巨象刚刚也被换掉了。对，所以他不敢推，这个很可惜。如果巨象剩个一两次，又要被溜。哎呀，哎呀，啊，侧翼从侧翼被打一场，哇，他好像还没有打一个双线，他说要是往
挥着三晃走，这其实会很尴尬。嗯，啊，我们看到这边巨象被八头，不过还好。啊，巨象算其实本来就不多。对，斧飞应该要全部死光了。对，斧飞死光，赤蛇应该打不赢三公的。对，这个赤蛇是不可能打得赢的。我们看到这边应该是没有问题，守住了。这是一个莽夫打法，你看人口数又爆回来，后面再刷，继续刷。对，那家里面的话，现在选择还是走巨象，因为有两只不朽了。嗯，这输出还蛮给力的。我想神族这边就在拖，待等到他空军出来啊，要不要赶快出虚空了？因为攻防的部分还是要准备一下。对，哇，我觉得 F 九号这场也真的是打得很有那个，很有侵略性。嗯。里面传了一点引刀，看去试矿攒点便宜。对，但是应该是不可能，因为已经准备好了。哎呦，这个建筑学是怎样？一夫当关，这个是所谓的 T 机哦 ，T 机 T 机，对对 对, 对，四个一样的，再配一个不一样的。对，是的确是。你输，除非你派同花顺过来。Four House， 对，这个一对是没有任何用途的。对，这个一对的确是、啊、直接被对，直接就被打掉了。好，这边果然在全力爆虚空，同时在提升空军的一攻哦。这样子的话，我想灰短时间是不太会出门，就走一个手势，等虚空数量续到四五只以上。现在，这个蟑螂是送吗？怎么了？没有人口太多，他要把人口腾出来。但是顺便吸一下你的注意力。那我主要想空投啊。这边绳子是王宠的腹腔气囊。好，那这边。灰甚至连护盾都开始来提，对，三攻提。这个我觉得灰打了，至少打得非常非常的保守。他就是要打一个神族大后期。对，他现在就是要告诉我们说，神族现在大后期很强。对，因为现在的神族光速流真的很强，尤其是虚空的这个输出整个变强了之后。哇，这个硬包吗？这个应该是会打一个会战，哇，来一场激烈的会战。但是你在这一个位置没得打，好往上打，我这个会瞬间的秒杀，瞬间，瞬间虚空七分了。对。兴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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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什么？我兴奋，所以讲成兴奋了啊、哦！对不起啊。好，那这边的话，紫光对正面换掉 ，M 九要再爆，真的是双喷莽夫流，再把人口刷起来。但是我们看 M 九的钱已经快不够了。对，这边倒是神族，双方其实都还算有钱。对，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其实我们看到灰现在开始出现一个经济的一个转折，就是刚刚一直是虫族的钱破千，现在变成神族的钱破千，就表示。其实这刚刚那一波换下来，战损是完全不成比例。对，所以看到灰他钱花不完，就继续下虚空剑，但虚空博士哇，这一下子不打，这样待会一不小心就是八台虚空啊，这八台虚空就 A 过去，然后开一下技能就很可怕了。那我这边除了我个人也是很期待，但是转了很多场比赛都没有看到兵种，我们的飞马这时候终于出飞马，对，但是这个时候出飞马其实已经为时已晚了。已经重点是 空投，好、这是蟑螂吧？蟑螂是蟑螂，蟑螂是都有。那这个时候的空投其实已经打不了什么，但是主控顶多点掉，比较关键就巨象啊，其他倒没有很关键。这个时候空投你能够打掉的东西大概就是水晶塔和铁链厂，对，你把这两个打掉就算攻城身退，杀一点哇，杀点工兵这样子，对对但是这边神族挥了大步就推过来了，这一波哇，这个超级光速流，这一波这个很难打，这一波我觉得。F 九幺这波要是守得住，就厉害了，就厉害了，就厉害了，我们可以继续打职业了。飞马，我们看一下拉人，拉巨象，拉巨象，再拉，再拉，但是这个其实老实讲，你这个拉过来，其实你的部队已经死光了。但是这边的蟑螂空投达到一点点的效果，但是马上传兵来做回防。正面要爆了，正面要爆了。他传引到奥特勒金彩王同在，但是正面是扛不住啊 ，F 九幺正面扛不住了。的一个输出，哇，其实比赛打得很焦灼啊，双方可以。巨象拉到工兵阵里，来嘛，来坐坐嘛。工兵看工兵不爽很久啊，都不做事，只会挖钱。挖钱也不给我这样子，不如你来烧他，让他看看谁是老大。好啊，停电。好了，不过这边应该是主力部队，我们看到还是以我。他这边没有在刷兵吗？我发现他的水全部都停电了。那家里面传送门，他可是虚空身也虚空过来就解掉了。对，其实等一下就他应该等一下就会过来。他现在主要是要先把对方的一个经济先断掉。好，九幺再次兵力做集结，有机会吗？刺手很多、哦，对，我抓巨象这个漂亮。那现在人口已经感觉人口拉起来了。对，人口拉起来了，再守得住吗？哦，守住了，守住了。哦，这一个漂亮，这是一个宠物、這個、哇，这个风采真的打出来了。哇，而且主控到现在火还没灭掉啊。虚空回来了，我觉得是因为传送门关系，他前面没办法刷兵、啊，对他没办法刷兵，他现在刚刚、就是前线那边一直打，人口现在一直掉哦，那可惜。现在，哎呦，这边我看一下目前双方的收入，啊、不过九幺已经没经济，九幺已经没经济了，所以这一波只要守住就好。对，这波只要守住，对于灰来讲就是会稳着打，对，就是稳着打，就是轻松。
那现在看他打哪边了，他又站起来了。这你有没有搞错？对，我也是一个爱护小动物的人啊，就是隔山。他可能怕蟑螂。对对对。对，他现在抠人过来把他打。有有有，那现在来这一波会战，我们看到一样。蛇，哎，但是虚空没有地面，那个也空虚空会拉过去，会拉。哇，这边哇，这边珠宝也在攻击哦。那我们这边还用了一个圆球。对，那就是守住了，因为气象说灰F 九幺就很难打了。对，因为经济出现了一个断层，经济已经出现落差了。九幺这边应该是接兵能力应该接不上了，但这边的张航表示过得有点快。刚刚上面不是有三只追猎拉走了，走了，那可能是按 F 2还是怎么样，把全部的部队拉走。这个又回救，这其实你没有必要，这不过啊，不过这还是选择回救。对啊，不然一直停电，这刷兵卡住就不是办法。哎 ，OB OB。啊，应该是有回救，只是那时候没有 open， 所以几次都没有救到。对，好，那现在这边的话，重新把自己的矿开出来。对，可是神族这边的一个经济还是来的比较好的。对，九幺的五矿刚刚是被点掉，所以导致他经济整个掉下来。重新起来，那左上角遛狗。有留九幺这边还是没有放弃。不过同样是攻防的部分，其实可以稍微留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攻防。我们三攻一防，空军啊，三攻一防一护盾，空军一攻。那虫族这边是二攻二防，陆地是一攻啊，近距离是一攻。攻防上其实差距不大，对，其实差距不大。三攻防对二攻防其实可以算是一个平，对，算可以算是一个平手，对，算一个平局哦。那现在神族的人口已经领先了，对，神族的部队质量就已经比较高，人口领先，这个已经可以体现出灰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优势了。对，不过我觉得这种大后期，我觉得到这边 F 九幺都打得很好，嗯，对，尤其是刚刚的几个操作哦，这我觉得这个是做得非常不错，对，包括其实拉巨象，尤其是拉的是很。到位，对，一度以为他要掰了，结果他还是成功的守下。他在这边会战超紧张的。对，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已经意识到了。嗯，你说风采已经打出来了。对，会长您可以休息啊，会长。会长您歇歇，您不虚此行。您喝茶。不过还有下一场，还有下一场。然后奥斯可以走了，就是这样子。哎呀，下场没了。然后我今天。我跟前面，因为我们这场的教练是那个 AG 的那个 YHY 嘛，然后 YHY 前面还说，哦，我们会长这个是啊，不会太早来的。对，我真的是从来这都是仰赖一个水晶塔。哎，就是阿托斯拍的，阿土伯拍的，阿土伯拍的 ，Costan 拍的，坚持不下梁。对，就是如果他来盖房子，他的梁柱就是一根哦。那一根断掉就整个都毁了，对，就是怕地震。哇，九幺各种多线啊！这里这一个多线漂亮，哇，三线，对，哇，这一个哇，志向点了，哇，这个多线灰要赶快分兵做防守啊！其实灰的兵力数量是很够的，它很够，但是灰最大的弱点就是它不会分兵。对，这边灰非常非常不善于分兵。其实比赛可能快结束，但是因为九幺这样子一个多线，导致灰又拖了一点时间。对，明明人口已经200了，然后196了，已经接近200，已经是哦，但这个虚空数量是很难打。那这一波正面要直接捅八虚空一攻一护盾，那这个蟑螂如果打小狗很有限。那家里面还是没有问题，可以做一个防守。这其实这怎么又回救了？他的部队又回救了，这个就捅穿就好了。我觉得灰现在是利用比较轻松的心态在打了大部队，因为虚空数质量很高。而且他带着妈妈球走，这我家里完全不用担心了、啊。对，这个是真的有很危险，再存回家就好。不过他没有妈妈球，他没有母舰核心。母舰核心啊，母舰核心在自己的四矿，你看我看到，左边、哦、左边，这个开大光矿。好的，这边来推五矿，基本上三五矿三矿五矿四矿推掉，然后正面部队冲突，正面部队又没有的话呢，这个 F 九很快就会打进去。对，这个差不多就要结束了。九幺真的是不愧是会长啊，强行的还是在死守。那我再跟母舰核心会不会把他召唤回来？应该是不会啊，因为这边其实你就家里面就守主矿的矿，因为对方也断粮啊，自己的部队是大幅的领先哦、喔。对，把对方所有建筑能拆一拆，然后再传回自己最后一个矿区就获胜了。的确，哎、欸，但是他选择做一个分兵啊，分兵追猎回救，哇，追猎回救，这个选择其实很危险哦、喔。我需要是不用，还是不用，你要嘛就是一起回，你要嘛就是都不要回算，虚空烧珠宝术大概三秒。对，我这个虚空真的是。他一热情起来，谁都挡不住啊！快接近 Big Boss 的速度了，超快！哦，这赤蛇一出来，对，这个差不多就 Big Boss 的速度了。对，又是超快的男人，他还是不打，还是不打，先下光炮。对，他先下光炮。不过没关系啊，我觉得灰这边可能真的是用比较
轻松的心态在打，因为这个正面部队是很强的。神柱现在这种部队成型真的是，就是整个就是带走了节奏，已经进行32分。我高地定，我这个石头要拆掉。哎呀，不是，他这个石头没拆，他以为他拆掉了，他没有拆掉，这个还好拉走。完了，这样要电，没电。如果卡在这边一直被定，那怎么受得了？对，那个根本就是这个兵送光了，你就没得打了。对，这个我觉得灰真的是，这个表现是完全是我个人给予不及格的评价，吓死我！对，这边九妖在使用他的这个啊乾坤大挪移来吸魔。好了，那这边会先回救。对，这是一个全家老小守家流。对，我们看他的编队，有了，他是有第二个分队的。第二个分队在哪里？在底下。圣堂武士，这个是有研啊，正在研发幽冥风暴。对。我的 F91 的粉丝们也仍然是开心的说，会长打出了风采。对，有啦，这场有风采了，真的感受到。最主要是这场其实他有打出他想打的东西。对，想打出一种。他想打的就是一直进攻，展现哥很厉害，还有拉取向。对 对，展现会长非常非常强。这其实有感受到，因为其实抽到了一个进攻，还是可以感觉到 F 九幺的一个基本的实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嗯，然后我们看到这边，哇，这个在最后一波飞马没有拉的东西，就蒸发了。对，来不及，最后一波风采没有出现，没风采。对，好了，没关系，这边哇 ，F 九幺打下了 GG， 恭喜辉哥扳回一城了。目前第三局是1-1的平手，我们马上要进入第三局的制胜局了。那第三局制胜地图是云之国度，哦，这张图对于灰来说也是还不错。对。啊，现在没有云之国度。对，我们要找 Cloud Kingdom。对。还 WC 是吧？对，好。刚刚灰带了大量的一个高阶上武士，早就没有电。对啊，他到底是怎么？没，他没研发，他刚研发到一半。哦，他刚好研发，他应该忘记了。比赛前五分，比赛结束前五分钟才在开始研发。对，他可能忘记了。对啊，可能这比较顺啊，可能忘了。对。好，我们看一下灰。啊，对，你听说你跟灰礼拜六有一个活动，要跟大家介绍。我跟他分开的。哦，你是一个，你们都是关注。对，是新闻主办的，是一个快闪活动嘛。快闪，就是对，是快闪活动适合很快的男人嘛。对，他绝对是，我没有，我觉得是参加。像如果你本身很快，你就不要来参加，因为这正所谓我们需要有个互补。哦。对，那因为本人是比较偏向于时间比较久的。你是意思就是正常来讲比较久，打一场时间都是来的比较。打营运型的玩家，两小时起跳，差不多，差不多，对，中间还要喝水什么，补充一下能量，对，差不多各种的一个换战术哦，对，是这个样子，对，非常非常，就是所以基本上那天的活动我是参加中午的吧，我记得我参加中午，在西门，在西门町，在西门町这边的网咖，哎，回这边他就是没有看到我打字了，所以就是可以去跟你挑战嘛。所以大家各位如果想要来挑战我们的这个清朝船王收费的话呢，就可以来西门町。那各位中国的朋友现在来台湾也是很方便啦，是完全不方便。我知道不方便，对，大陆来台湾非常非常，我就对我这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啦。但是大陆到台湾来是，我记得他大陆来台湾的那个叫什么？我们过去叫台胞证，他们过来入台证。哦，入台证，入台证很难办哦，非常非常难办。但我们办台胞证其实是来的比较容易，嗯，相较之下。好，回 OK 了。那各位马上为大家带来第三局的这个制胜局哦。你正在收看是微星杯海峡两岸明星赛。那主要赞助厂商是微星科技 Notebook， 微星科技的这个笔记本哦。那这个奖品赞助是 Rocket， 还有 TT 哦。感谢 Rocket 跟 TT 的这个也是热情赞助了。那也是感谢这些赞助厂商，我们才能够举办这样子相当不错，然后也有娱乐性质的比赛啊。好的，马上为大家介绍一下点位了。在画面中7点钟方向的蓝色冲突选手是 F91 中国的这个协星协会会长，那对上的是1点钟方向，也是台湾相当知名相当有想法的神族选手，红色的神族选手灰，地图是云子国度。好，这边有人问到 G160 真的好用哦，我个人用的是 G170， 但 G170 跟60差的只有一个萤幕大小， G170 是 17.3 寸，G60 是15.6寸，那内装都是一样的。那我的是 i7 加 SSD 加660的显卡，基本上呢玩全部的游戏，包括了那个最新出的那个叫什么《古墓奇兵》，
然后还有那个 Sim City 都还蛮顺的，根本就是炫耀啊！没办法，我走在路上都是会捡到一些游戏的兑换券。是是是，你那个笔电多少钱？如果是台湾的定价 ，i7 的吧，因为 i7 比较贵 ，i7 版本的话，好像要36000-37000，但是 i5 就 CP 值就很高，因为你 i5 你游戏不一定要用到 i7 嘛，对，你游戏 i5 的话呢，如果听说有杀价的话，好像29000-28000就有机会買到。哦，那其实还算不错。对，所以 i5 我才前面讲 i5 版本卖到断货，因为就是它算是30000块以内，但是可以跑大部分的游戏的一台笔记型电脑。就是好像听说过年那段时间都叫买不到 i5 版本的。好的，那我们这边看到，哇，这边公面找来了，所以他知道路况开不下去，直接就放下狗池了。哎，那说不定你这个平常有在使用笔记型电脑的？有啊，我自己有一台笔电，是之前买的，啊，算蛮久以前买的啦。嗯，那你如果大概两年了，你如果之后要换笔电的话，可以找我。是，我算你贵一点。对，好，谢谢你哦。哇，您的人真好，我先走了，拜。我再抽一次，我先走了，我先离开了。祝您今天转播顺利。别这样，别这样。没有你在，我讲不下去了。对，哦，这个灰石用出了一个，刚刚讲过了，五芒星的一个阵型，五芒星的一个啊，已经在画手印了，爆了，他什么气力耗尽，气力耗尽，这是所谓的一个玉石俱焚，哎，对，玉石俱焚，对，正所谓的一个玉石俱焚，气力不足，对，但是基本上只有自己爆而已，没有，不过也是卡了这个 F 9要蛮久的一段时间，对，卡了一阵子，对。可能比他网路还卡。嗯，对。好的，那灰这边是放口差不多读起来了。那这张图的话，说不定你觉得灰会不会又跟三场一样，走一个比较保守，然后铁龟三矿的战术？对，我觉得灰不在状况啊，这有点尴尬。刚刚是公兵死的，我都觉得太奇怪了。对，理论上会拉。对，正常来讲，那是公兵死掉，是我在收天梯，大概是白金以下的对手才会做这种事情。对，但这我不是随便讲，我。这个既然要钻石以上，这个公兵不可能死，因为你必须要做一个二次侦查。对，那你那只公兵死了，你就啊，对 对，这个封门就有点水准啊。对对 对，我他妈又没封，我就封了，这样我马上取消。对对对，要再取消，这样就好。对 对，对，因为你必须要再做一个二次侦查。你如果那只公兵死了，你等于说你要么就是闭着眼睛打，要么就是再拉一只公兵出去。那对于自己的经济来讲，其实是比较小亏的啦。嗯，对。对，他被迫待会要么火力侦查，要么又再拉一只农民。其实是真的是蛮亏的。那这一边啊，应该跟拉掉这农民的差别就在于，我放三矿，你可能短时间内不会发现。不过基本上我猜，因为F 9 R 一定是要打出他的风采的，所以应该是不会打双矿一波了。哥的风采是下三矿，对，不然风采没有出来，这谁受得了？对，所以这一定是二矿，一定应该就直接猜着对方，就是直接赌对方要开三矿啊。对，所以。哦，一攻在提了，哦，很早哦。这个一攻会不会起？可是有看到啊，他是有看到一攻。对，这个其实你在初期，因为你没有把对方的王虫赶走的情况之下，你这样子就直接在对方面前没有升一攻，这其实是会被看光光的。对，通常有的时候五剑核心大概是最劣势，可以把这一只王虫赶走。那这样子，这一攻不知道是真的故意早提，还是真的是要打一波，要观察一下。目前这样看起来，看一下加速哦，我们等下可以留意一下星空加速。嗯，超时空加速丢在哪？嗯，没有，没有丢上面那。这边在丢，都在丢，还在补农民，还在刷农。对，有可能是因为灰这边应该是看不到这种。对，母舰核心没有，有点晚呢，他还在，还没有生母舰，他都在刷农，对他全力刷农。这边是要开三矿的感觉。对，这确实是有可能刷一攻，但有一攻，但是可能就是比较好防守，然后去开三矿。好，要开三矿，水晶方面就是要开三矿，因为开三矿之后要自己做，要做一个赌口。嗯，所以这是一个三矿的一个，这是一个三矿开局。的确，好的，那开三矿的话呢，九幺是不是要大量的爆狗跟提鼠的跟毒包来撞门呢？九幺这边先刷农，对，刷了十来只，对，升级了二本，对，升级了二本。那灰这边母舰核心还是要升一下，对，还是要出啦。这个时候，这时候出就比较，就是还是要晚一点也没关系，晚一点也没关系。出一下还是存一下能量还是比较
好，这边把二矿投成毒死。对，毒死，那你就可以专心投三矿。哦，这一场 M9 要打不一样的风采哦，可以看到是要先出爆大量蟑螂了。对，放下了第四个珠宝，那加缪瓦斯来到，好、哦，我们看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看到四网，四气，八分钟四气。哦，那这边的话，会要做借用建筑学做防守。对，又是一个阿托西斯派人嘛，后面我们这次有两个，对，三个，三个。不过一个在后面，一个在后面，一个有点远。好，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神族是放下了一个机械制造厂，待会还是会来慢慢的转成具象的科技线。这边我想重组要开始给予神族三矿压力了吗？哦，要直接空投啊？对，直接走空投。那这样的话有机会打到灰的一个软肋哦，有机会。因为其实上一场灰在守空投，其实对，因为灰追不上就分兵了。对，刚刚讲，所以这其实如果你要打这个，他这个 timing 也有可能抓到绕。他的机械制造厂在哪里？机械制造厂在家里面。哇，这空投甚至有可能直接点掉这机械制造厂。双方科技哦，那现在这边等一下。可以来留意一下。我觉得 F9 他可能猜到了神主是一样的打法，可是在针对灰狼，因为他已经看到他的二矿建筑学，所以他三矿没看到也知道对方开三矿。他看这也知道三，这样子也知道对方是开三矿，所以他也不用去看，也就没有必要了。那 F9 果然是有头脑的一位重组神，对，就是打智商的，对，真的是打智商，打智商风采是慢慢展现的啊。这叫万佛朝宗，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他的招式名称了，这叫万佛朝宗，万佛朝宗这样，好、啊，我佛你这样。哎、欸，这样看到了，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太晚看到啊？有没有看到空投？但是你没有看到空投，对，你可能想要对他打王子。他的王虫，王虫拉过去了没有？拉了拉，他等后，他等那个分身凤凰死了才拉。这边可能要从二矿、三矿上面这样飘进来。哇，这边会感觉有点危险呢、欸。对，现在这边看到再出不朽，不朽还好。如果你出不朽，应该还是有的打。最起码你不是要直攀巨像那种，要被打一个 timing 点。超级悲剧。那这边的话 ，F9 啊，因为没有从正面打，我觉得灰这边会不会有点，会不会猜到呢？因为完全在这个 timing 还没过来，其实这个对于，就是哦，知道这个怪怪。凤凰非常非常关键，看不看得到？再往左边飞，往左边飞。哎呀，没有看到。没有，哎呀，没看到。好、哦啊，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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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蟑螂。大家要出门，但是没有，还是没看到王虫。到底要投哪边？我觉得他投这边吧，应该投这边吧。他会应该要走上面，啊、这样讲他应该会走上面。因为投这边的话，他部队刚好直接拉过来就防守了。对，他就算原本要投这边，看到你不朽就丢上边。闪追，那这边看一下、欸。不过其实他母舰核心可以传，可以传过来。我要看一下啊。可以传，基本上你的母舰核心带着就可以传。如果、啊、他懒得走这一波，连什么高地敌都不走的话，你可以抓到，被抓到了、哦。哇，那这一个，我觉得那对，应该是被抓到了。正面要硬投，正面硬投，硬投是吧？好，开盾，有没有丢个短球？边走边操作，边走边操作。这一波守不守得住，非常非常的关键。这一边辉又再次的传兵，刷了追，但是不朽没了吗？这个这边不朽爆了，那后面还有没有兵？后面还有没有兵？这一边神族一攻一防，蟑螂是一攻零防。对，那上面已经掉了，但是有珠宝应该有在协助做一个输出。后面在刷兵，闪追还没好。还有只不朽在路上。啊，有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三矿那边，三矿有没有掉呢？还好，三矿还好。三矿有珠宝在撑着。这边有大光炮。这是神族行星要塞。但是人口数差了100人口、啊。对，人口数差了100人口，但是人因为你的部队量质量对是完全领先的，所以是还好。这些三矿只要守住的话呢，神族其实部队要不要拉回去做防守？哇，这边又一个哇，阿托西斯派人，部队要不要拉回去做守？没有，他不守，不守啊，直接弃守三矿啊！哎，这个怪怪啊，怎么会不守呢？你其实守的、啊、对，因为你三矿有三个兵营，你不可能去弃守，你弃守等于说你三个兵营不能刷兵了。可惜了，这可惜那二矿掉了，二矿掉了，哇！结果还是被打到一个，这应该也是空投过来的吗？对，应该还是空投进来的。刚刚虽然有防守，但是可能哇，这个空投打的还是相当精彩啊！对，还是抓到一个 timing 点，而且现在在 FJ 这么有钱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现在灰应该是没办法守了。这个 FJ 营运的能力还是非常非常可怕、啊，爆兵能力直接爆大量蟑螂，直接硬投啊！对你守的状，你一守就是三矿掉，所以。这个叫万佛朝宗的心法，这个好、就是哦、，nice。M 九要呛瞎了，对，对，对吧？
领教了。对，不行不行。对，灰灰不爽，算了算了，不行不行。我们不要干扰台湾选手了，我们不要干扰啊！又来又投进来，又投又投。对，闪 J 的 timing 也晚了一点，真的很可惜哦。那现在这边只能用跳，只能跳走。那一跳走，不朽就哦哦悲剧、啊。主要是这个三光掉了，就算守住经济也没有一个优势。对，经济也是一个大裂，我们看到潜进来，巨象也来不及来，完全是埋地直接直接带走了。主要的风采。就迷人了，对，立场放依然是不错，但是他应该要遁地，又挤进去，又挤进去，硬挤啊！来，后面还有，然后后面还有，对，旁边，你主要的多线能力还是不差，对，还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的哦。嗯，那这边三矿重新好了，但是你没有办法，我们看到这个经济上的一个落差，看来是，哎，主要应该是要拿下这场的比赛，的确。那这一边会相当可惜啊，虽然你上一场是一个正面对决获胜，但是因为一个 BO3 看起来第三场比赛会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哦。好、哦，这边会还有点追猎，那真的是最后的追猎了。对，最后一点点，一点点，也没有什么不朽或巨象了，很少还在升。这个怎么他没上呢？其实这个是可以上的。嗯。我要这边，主要是想等赤蛇出来。他后面其实后面不管爆什么都是可以 A 死，因为他现在已经人口满了。他想要慢慢营救于这个万佛朝宗。他这样没有，他现在这样平 A 上来就应该就比较万佛朝宗，就是单纯的风采这样。我这个其实不管你要怎么打哦，这个从正面还是要空投，差不多你下一波过去，真的就不可能挡住。也没巨象，也没不朽，对，就怎么打？你们先拆二矿石头吗？还是要硬丢呢？再一次的发动这个万佛朝宗啊！这边会稍微可惜了。现在巨象出到一半哦，但是四矿已经好了。对，这边看到是重组 F 九幺四矿是已经好了。哇，这个，嚯、哦，这个要万佛朝宗硬投，硬投，这个要硬投，这个要硬投，展现一下自己。哨兵在后面很尴尬，哨兵在后面很尴尬，哨兵顶掉。好、啊，这个真的是硬投了，硬投了。哇！你的团五件核心表示都没人要理我。哇！上面挤住了，卡住了，这五只。啊，回不去了。六只，哎呀，还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反正是做最后的一个死撑。很难打，投直接投上来，不给活路了。直接投上去了，直接让我们互道一声。我要下去投，他去旁边投。巨象来了，但是数量不够。这个会被丢脸上哦，这直接丢脸上。直接强行要被点掉。对，打出巨巨。好，恭喜 F91 替中国队拿下了今天的第二分大比分哦。目前打完三局，中国队是以2比1的比数啊，稍微领先了。台湾队要加油了，那也是稍微进一下广告，马上的要进入我们的第四局的比赛了。Mercenaries are plotting. Armies are gathering. Fabled enemies are hiding in the shadows, itching for revenge. Will you be pure enough to win when the dirtbags come looking for you? Get pure precision with a true 8200 DPI Pro Aim laser sensor.Get pure speed with a 32-bit Turbo Core V2 processor. Get pure command power with the Easy Shift Button Duplicator. Get pure atmosphere with a 16.8 million color lighting system. Before you get your hands dirty, get pure. Rocket Cone Pure. Core Performance Gaming Mouse.
Screen on. Weapon systems on. Kill them all. Yes, dear. Take out the trash. I'll be right down. I'll be back. The GX60 offers immersive visual gaming experience. Never settle for less.哦，好，跟我们回来了。那大家不要吵架，不要吵架。这个 MOD 帮我管家秩序啊，大家不要被少数人挑拨了感情。对，大家不要挑拨感情。我们基本上，我觉得跟大陆交流，这是一个双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友好的一个往来。而且我个人还蛮乐见的，因为其实大陆选手真的，真的平心而论，大陆选手的实力是大部分其实都是比我们大部分选手强的。对，我觉得我希望台湾选手是可以，就是借由这些交流，好好提升自己的实力。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获胜方的讨论区。啊，会长得到了胜利，会长的万佛虫，我刚看到一个超好笑的，在民间素有北会长南鬼手的说法。啊，万佛朝中，这尼玛往脸上头，太邪了。对，大家这个中国观众也是啊，很关注我们的比赛。那台湾。第四棒要加油了啊！因为现在2-1的落后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棒是谁打谁。那我们看一下赛程表，今天最后一棒燕对上土豆明。土豆明，土豆明的 ZVZ 是非常非常，我记得非常非常不错的、哦。对，那地图第一张地图是雅琪龙。那当然，如果台湾队在第四棒能够获胜的话呢，是有就有机会进入到王牌对决了。啊，土豆米来了。好，我们把土豆米和燕拉进来。燕，这个是。有上面有意见，有意见。啊，对对对。那因为本周大家会有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钢铁人派出两位选手？那是因为原本华裔 Spider 要派 Fly， 但是 Fly 去参加隔壁棚的那个巴哈姆特的这个露营啊。哎。所以就没有办法，那最后呢，钢铁人就支援了两位选手出来。好的，那这边等一下，土豆明便要来帮学长报仇了。好，铁。好，谢谢燕的称赞。好，土豆明进来了，这个选。哎，我发现你这个镜头，哎，我们两个出现了，你刚把它放出来，对哈、哦，好险，刚刚我没有做什么，没有挖鼻孔之类的，对，不过这真的有够暗哎、欸，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暗，而且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看起来你的脸超大，算是事实，没有，我脸就是它只是完全呈现了这样子一个，完全脸很小啊，脸很小、啊，哎，有人说你一开视频就卡了。小、啊，我说一开始要离到越来越远，可是我离开视频就卡了啊！来 ，Go Go Go！ OK， 好，先把视讯关掉，我们专心看比赛。这个灯光真的太令人害羞了，这个灯光完全就是你根本就是因为你房间只有这种灯光吧？因为正常来讲应该不会是一个男的来你房间才对，只不过没料到为了办比赛，竟然被迫要。邀一个男的来，对，就来不及把灯光做一个替换，就还有那什么红色的灯，不是应该进来要你就拿朵花在门口，然后这样子帅气，地上应该要点个蜡烛之类。哎、欸，土豆没说要换人类哦？什么？
还是他忘记他？欸、他刚好有说换人类，他重新换 T 啊，他重新换人类了哦。哦，那太棒了！那我们今天不是都是 ZBZ？ 他觉得没有，他也知道虫族就是一个悲惨。好，那这个我马上为大家介绍一下点位，在十点钟方向的蓝色人类选手是原本在自由之翼打虫族的土豆明，对象是四点钟方向的红色虫族选手游弋钢铁人的燕哦，兄弟都是亚奇隆荒地。那说到土豆明呢，这边有一个趣事跟大家分享，因为是上次我跟收贝去 BWC 亚洲杯嘛，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人，然后就哎、欸、很眼熟，然后就聊聊聊，然后就哎、欸、你长得很像土豆，我就跟他说哎、欸、你长得很像土豆明，他就说我就是土豆明，你给我来乱，我就是土豆明，害我很尴尬，害我超尴尬，哎，土豆明跟我还聊过好几次哦，土豆明跟我还算蛮熟的，他也是应该也是在中国的星海是成名已久的选手。对，他是成名已久的选手、欸。嗯，他唱歌还蛮好听的。哦，真的好唱歌吗？他唱歌还蛮好听的。好的，那这一边土豆明是三人口，然后下一个补给站难道是小？他裸双，也要裸双。裸双，对。那这一边夜视群有没有被放？对，有没有放野兵营？对，野兵营。对，因为你这种刚转族的，通常就是那种。对对 对, 对。而且你通常会转族，就是被表到气死，这样就是很气，然后就觉得滚，我要表人，然后你就去用那个野兵营这样。结果没想到土豆明打的是一个主流的营运打法。对，没想到打裸双，这其实已经比较少见，因为在死神现在很强大的一个情况之下，嗯，现在还是一个死神的甜蜜时期哦。对，越来越多人类都选择直接用死神，就用自己的经济换你的经济啦。对对，那基本上自己就少偷一点，但是初期一定是可以把你打伤的。那土豆米这边选择裸双之后呢，接正常接冰雨哦。那燕这边应该也有猜到对方应该是裸双的，因为毕竟刚去寻过家里附近是没有东西。对。那这边等下还是要来留意一下、哦。那这个开局是 Life 现在在打 MLG， Life 前几天打 MLG 的一个主流开局。那这也是 ZVZ 的裸双，就是典型的 ZVZ 裸双开来。就是二矿下之后，先下瓦斯，再下孵化石，对，那公民有一直补到16再下，所以其实这个经济是非常非常好，而且狗数非常非常早。那现在这边看一下土豆明，哇，这不封门，然后直接来双兵，哇塞，没下，这边不封门，这笃定了燕早期不会爆狗、哦。各位，这个如果你们会卡的话呢，很有可能是退区的问题哦。对，我们这边事前，我们这边的网路确定已经测过是20 M 上传了，连 4HD 都开得出来的，只是这次因为上个礼拜很多人抱怨 4HD 会累个，所以我们这一周降到720p， 但其实还是累个，因为退局最近真的很不稳定、哦。对对对，所以大家要搞错，有我们家猫叫，是怎么了？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他突然间他觉得你很吵吧？我就是会累个，不然怎么样啊？不管你是退局的错还是主办的错，就是问那个猫来抗议。好，那回到比赛，燕这边是二矿正常的开始营运了。对，豆米这边二矿哦有开始了下碉堡。这边的话，我觉得燕这边三矿有点晚。对啊，五分半了耶，是因为这张图的关系吗？对，没有，他选择他应该是选择事后重开。我觉得是因为他开局没有侦查，所以他不一定知道这张裸双，他可能会误以为对方是单。单兵营开矿之类，这样，所以他没有很大胆直接出去开哦。这样燕的经济搞不好还会落后人类啊。现在这边等下留意一下，因为来到四后虫还是打得比较保守一点。对，那现在经济落后，你看人类还有挖瓦斯，燕是连瓦斯都还没挖，所以口毒死了。那公民继续补哦。那对于虫族来说，其实这对方没有来做前压的话，自己的经济还是可以补得非常非常不错。嗯，这边哦，这个打针蛮早的耶，六分半的打针，这样子的话呢，大概八分多快九分的时候打针就好了，第一波压制可以压三矿。那看一下燕这边待会的控图能力怎么样？等一下是要做一个侦查吗？目前看起来瓦斯下到了四。对，燕这边其实还是一个对人类的动向完全不明朗的一个状况。好，爆了一波狗往前走。
我这应该是自己看不到什么。对，应该就上去看一下那方。好的，我们看一下土豆明这边，除了他身打针之外，还是剩了一点二郎，然后他肯定要空投。对，他选择二郎而不是，我以为他，而不是现在最流行的鬼雷啊。对，这边没有看到鬼雷啊。选择是，大概可能是二郎在前压哨还是来得比较有用些，还是不错的。对，那鬼雷的话，其实防守和其实前期进攻也算是还不错，但你必须要搭配其他的兵种做一个掩护。而且你必须要压到对方下面才会有，不然你端了面对方也不会过来理你。对，好，这边验二本在提了，待会开始哦，从这开始攀升科技了，同一时间双进化式双生攻防，不要从下了。哦，这边二郎出来了，二郎出来了。哇，四只二郎啊，这边验的部队要小心，赶快拉走。好啦，那现在这边家里面后虫准备好。嗯。来，赶快准备好。家里面要出毒爆吗？没有，他也在爆狗。爆狗，选择用包的。其实这有点带走，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家里面在干嘛的情况之下，当对方是突然来一个蓝波二郎，或是大量就是机械化的那种，后面突然冒个十几只二郎，这还蛮恐怖的。对，我们可以看到土豆迷生也是开始补药，现在各种空投啊。对，等一下来空投了。不过应该是面对这个是有信心哦，对自己的这个防守。不过其实我对土豆迷他人类转虫虫族转人类，其实这个变动是蛮大的。这边要看一下土豆明转了人类之后的这一个战力怎么样？对，到底实力如何？因为其实这种真的是这不只是隔行如隔山哦。这当你把种族做一个地方，其实这确实是很难的。这边有没有机会进去啊？门关起来，土豆明反应也是蛮快的。这一边他在后面溜，哦，骗到了一次打针哦。那这边一把雷达青虫胎，那现在这边不得要上吗？没有，没有毒爆，我们看后面毒爆在变，可以。可以上毒爆出来就可以上上上上上上包花哎再起来反应很快不错他旁边是炸到了二郎对不过其实哦这边兴奋了妹子也兴奋对妹子也兴奋这边赶快补血因为他刚打了两次针大部分都已经局血了那这边验哦不错哦有没有机会可以直接做个反推但是家里面你还是要小心因为家里面应该有在补兵做防守对啊、哦、还是有拉回来拉回来验打人类还是蛮强啊但是这一波啊被洗了对没错一些毒爆在前面对方门口变。在变毒爆了、哦，这一波应该要追下去。毒爆啊、但是关键还是自己家里面要先守住，你才有办法续兵。因为你在家里面没守住，你那一波上去就是把东西撞撞，但没有其他兵，你还是打不死。土豆明应该不知道这边有一波、啊、不知道他还在那打针。对，还在那边打针，但是现在毒爆开始滚了，毒爆滚起来了，滚起来了，滚毒爆，滚起来，金矿区，滚滚滚，再滚进去，双攻兵了，双攻兵，我、哦、这有撞到，欸、有撞到，快撞，上面的，有上面的上面又下来了。哎、欸，撞这个撞，哇，撞很多，哎、欸，上面的扁袖回去了，回去了，你在干嘛？赛平说下来，我就要回去哦。对对对，啊，哇，还是有，就大一点，有点可惜。对，十三，不过还是有招啊。哇、哦，这边还有换掉一些东西，不错。对，坦克包刚有，我坦克好像没死。对，坦克没死，但是正面也有守住。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目前双方农民数量。农民数量的话，54-34，但你基本上已经拖到一定的时间，而且你现在足以让自己的三矿来到满运哦。的确，那这一边对方一定会压出门了、哦，守住这波就有优势。也应该就可以比较没有太大的风险，要来转成飞弹，转成飞弹之后就比较不怕空投。不过这一波三坦克，哇，这波军力还是不少、啊，还是不少。那从他往外扑、哦，毒爆狗抓个死。哇，你这边只有狗啊，靠狗。后面应该要毒爆啊。后面的毒爆呢？你在刷农，有点危险。对他现在刚刷农哦，对方这一波出来，因为有坦克，所以对方敢出来。对，那这边的话，你的防守还是非常非常来的压力很大，我觉得很危险啊、哎。这个你的毒爆变的位置有点尴尬，对方已经直接做一个散了，已经散了，对，已经散好了，已经散好，你这压力很大哦。那赶快把狗刷出来。打到 timing 了，因为其实他都已经存了900瓦斯，要准备射。对，要出飞了。那这个 timing 点是必然的、哦，这绝对是会在这个时间点抓一个叛逆家伙。也没有，对，因为然后对面直接整个推。对，因为你刚刚死了那么多工兵，这个时间点我不做推进，一定是等一下等你部队成型，我就没得打。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守得住，但是可能也会损失很惨重。对，现在已经是损失惨重了。啊，没有，这可能要直接带走。对，没有办法集结。哎呀，啊，真的很可惜。这一边整个摊里面抓到燕打出了 GG， 恭喜土豆明拿下了第四棒的第一场比赛啊！这边真的是整个摊里面抓到相当。对，其实这个这一场这个就可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看，嗯，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看选手，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些顶尖选手的在打，和一些就是
我们有时候在看会觉得哇，这个虫族怎么这么强？其实刚我这边就可以看到，刚刚那一场燕的一个差距，就是燕的那一波压进去，我们很常看到会有很多虫族会抓那一波 timing 点打对手，对，那我们会直觉认为虫族大优，对，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如果在看 NLG 或是一些大型赛事，我们看到一些顶尖的虫在打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绝对是大优，因为他们会抓这个 timing， 家里面会把农民刷满，对。但是刚刚的那波打完，很明显我们就看到刚刚那波打完，燕还在刷农，那就表示他没有抓到那个，就是营运出了问题。那其实这就是一个选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实力是，就是他就是会在那边会有一个盾堆，那这其实就是选手实力出现落差的地方，对，所以其实大家看完会觉得啊很可惜，因为正常来讲那个地方就会觉得虫族这应该是大优了，对，但是其实不然哦，对，其实真的是不然的，那也是希望好好加油哦，对，请燕重登一下。对，燕队要重登。好，他，你密他好了，密他。哦，好，过过过。对，有了有了。好，那土豆明还在宰。听说刚刚聊天室有人说土豆明要用随机，真的还是假的？好，这个等一下来留意一下。这边有人在问说，本赛季的赛评是不是只有你？对，目前是只有你。对，铁手是只有我。好的，那应该也开始了。好的，各位，马上为大家带来今天维新杯海峡两岸明星赛的第四局的比赛哦。我是今天主播九妹，那在我旁边的是 TSO 的专业赛评收贝。那目前的大比分是2-1，上一场土豆明又赢了，等于是中国队现在停牌了。燕这一边是台湾的目前的最后希望啊，赶快加油，看能不能够再破晓这张图，能够先来扳回一局哦。好的，那在画面中1点钟方向的蓝色人类选手是虫族转人类的土豆明，对上的是7点钟方向的红色虫族选手，有一钢铁人的燕。那地图是破晓，也是一张这一个经典的地图啊。对，也是这个基本上破晓应该会持续好一阵子啦。嗯，毕竟还是一张还蛮不错的一个图，平衡性还不错。那这边看一下开局的部分，目前没什么问题。哦呦，这个要野兵营吗？对，这叫野兵营。这个时间点出门就是野兵。对啊，这时间点出门还不野兵就亏了。那刚刚的燕纪律性很好，要再思维到一下。对，这一场就来看一下。我觉得燕这位选手纪律性都还是不错的啦。这边应该这张图野的话，应该是野这边吧？这边，这边。这边左的野这边，来打我脸，走去别的地方。我直接盖、哦，我这个直接盖这个位置、啊。王虫啊，王虫是不会马上看到。那这样的话，你的公民其实很可能会没选到。哇，这是一个心理博弈啊！因为就像我刚刚就说嘛，这个是主流位置。来看一下他的点，看一下他的点，有啊，有，他有要看，这看到就赚了。这个看到家里面就会比较好受。而且你这次公民过来，你会阻止他继续盖。对，大概可以至少可以阻止一个。对，你可以阻止一个，让他继续盖。那你要挑那个盖比较久的。对对对对。光是看，基本上一定的一样的实力，光是这样被看到，我觉得人类已经很亏了。对。好，这边另一点。这个工兵啊，用 shift 点。工兵，哎呀，工兵，哎呀，你在冲啥啦？教大家 shift 点 ，shift 一直点，然后打很多次，然后去点另外一只，去点另外一只。然后你点到很多次之后，你就可以先回家刷一下，做一下自己的事情，然后再回来看。其实更好的手法是，我看到有人直接拉4只工兵出来，你连盖好都不用盖，他直接那只点你盖比较久的那只工兵，家里面拉4只出来，5只就追着工兵一直盖，一直冲，5只就追着工兵一直打，然后你那个连好都很难打，很难跑。那这边的话，可是这样还是让两个盖起来了，这样强行盖掉吧。那这样的话，但是还好，因为他刚刚被拖延了一阵子，所以这个续兵是会稍微慢一点点。对，那你早点拉农出来，只要碉堡没起来，你就还是可以守。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操作了啊。这边碉堡一盖就整个围上去，好，碉堡盖了，对，没啊，看到有看到，有狗要出来了，可以，这个时间点应该是
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可以。哎呀，这个龙兵，好看走位，看走位。这个手速的话，我就冲出稳着打了。自己毕竟是有二矿的。狗狗狗狗要出来了，狗赶快出来了。三秒、两秒、一秒，在下面。好，出来冲！好，赶快！你要再不冲，要被卡奇葩位了。哎呀哎呀，你要被卡奇葩位。这个你不冲啊！算了算了，这没办法。他也没升，没办法，因为他没有出后手，你又没有出后手，没有下第四，你这个被盖起来你就没得守。哎，这个怎么会？太晚了，太晚，有点晚，有点危险。这个其实应该是走远，对，应该是走远。这个就按守住公兵都死了。对，这个公兵可能会死。公兵被打了都不知道，就是人家都认不得。这个侦察到你还被打成这样子，我真的是，对对对，就是呵呵，我去洗澡了。哎呀，怎么这样子？这完全不是谁土豆民打的好不好的问题哦，这真的是啊，这是、哦、后虫来了，后虫来了，后虫这已经没有用，这已经来不及了，还是两个碉堡啊。看来土豆民选了人类之后呢，也是有把人类选手进化了一些到，对，野兵营就可以了，这。这个重点是你都侦察到了，你的对呀、啊，是，对，是可能印有一阵子没有被放野兵营了，他可能看到都死神，他没有太久没看到，对，太久太久没看到，这个是怎么回事？哦、这个要直接去，你这走出也没用啊，因为你这个对方已经太多了。哦，土豆民也拉全部农民了，这是狗算不够啊，你这些狗出门，对方就上血火，那其实接下来就是一个准备要结束比赛的意思。你选择要截后面啊，这边溜了一波狗，哎呀，好，农民，大量农民拉上来，啊，五只工兵，啊，其实这边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守的，对，第四也没好，你要怎么守？看家里面的一个部队量哦，十二只工兵，还有十条狗，因为有五条在前面嘛，就算咬一咬，就把它给飞起来。那家里面的最后一波。我们拉出了所有的东西，然后我们还要用东西死光，不行啦！对，死光了。啊，敌人打出了巨巨，哇！我是土豆民，转了人类之后相当成功，以二比零的比数打败了游弋钢铁的燕哦。最后，中国队呢？中国队就以三比一的比数又拿下了今天的胜利。对，我们只有十连在第一个回合拿下了，对，这拿下了比分。那这边大家还是不要气馁了，我们慢慢的进步了，从四比零到三比一，而且。我今天有打电话给四叶，他跟我说下一场胜可以上场。没有，他们不能永远只有一个胜。对，因为其实我们每次打比赛出来跟大家比，尤其是对啊，每次在检讨的时候，我心中都会想说，对，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好讲，因为其实我们他有成绩一向都是在仰赖胜，其他选手真的是要好好加油了。那下周的话，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有机会看到胜啊，然后软球之类的。那舅舅说他也想要下来自己打。所以应该有可能，我们第三周台湾选手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也是期待我们第三周的比赛。那最后在比赛的最后，还是要感谢我们的这个主要赞助厂商维新科技、维新笔记本哦、维新笔记型电脑的赞助哦。那不管是在中国或者在台湾，都可以买得到维新的这个笔记型电脑。大家希望多多支持维新的这一个电竞笔电。那我是今天的主播九妹，那谢谢我们的赛评收备，谢谢九妹，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哦，大家看一下广告再走，拜拜。